至第二十七，祭祀五，太赦太祭。至元七年十二月，有诏遂祀太赦太祭。三十年正月，使用。御史中丞崔玉言于何一门内少男得的四十亩为委员，进南为二坛，坛高五丈，方广如之。设东即西，相去约五丈。设坛土用青赤白黑四色，一方位筑之，中间时以长土，上以黄土覆之。筑壁间时，一方面以五色泥饰之，四面当中各设一壁道，其广一丈，亦各一方色。祭坛亦如设坛之制，为土不用五色，其上四周纯用一色黄土。坛皆北向，立北拥于设坛之北，以砖为之，是以黄泥一坎二于祭坛之北，少息深足容物。二坛周围委员以砖为之，高五丈，广三十丈，四于连室。内委员灵星门四所，外员灵星门二所，每所门二，列己二十有。四外委内北园下屋七间，南望二坛，以背风雨，约望四堂。堂东屋五间，连煞三间，约其班。之南西向屋八间，约县官墓。右南西向屋三间，约院官斋所。右其南屋十间，自北而南，约祠祭局，约仪鸾库，约法务库，约兜监库，约雅乐库。右其南北向屋三间，约百官厨。外园南门西委园西南北向屋三间，约大乐署。其西东向屋三间，约乐公房。右其北北向屋一间，约转木殿。右北南向屋三间，约转木。右 PG 1244。北稍东南向门一间，院内南南向屋三间，约神厨。东向屋三间，约酒库。进北少阙，东向屋三间，约西身房。进有亭，望四堂后自西而东，南向屋九间，约执事斋廊房。自北折而南，西向屋九间，约监祭执事房。此坛为刺舍之所也。舍主用白石，长五尺，广二尺，善其上如中，于舍坛境南北向埋其半于土中，既不用主。后土是配舍，后祭是配祭。神位板二用力素质黑书，舍树已松，于舍祭二坛之南各一株，此作主树木之法也。柱板四以秋木为之，各长二尺四寸，阔一尺二寸，厚一分。文曰：为年月日，四天子敬遣某官某，敢昭告于太赦之神，配位曰后土之神。祭曰太祭之神，配位曰后祭之神。欲必设祭皆有归仪骚及意欲以已有时代之玄必一配位，皆玄必一个长一丈八尺，此柱文玉璧之事也。牛仪其色有，其角卧有腹，羊四也十四，编织十阶，十无糗耳，粉瓷豆之十一石，无牙石，生石，富贵之十阶，
四行之时和庚午，其皆以上运代之。相用沈龙贤、沈习仪，原以黑绫，黑绫入方七尺四寸。太尊、者尊、西尊、山雷各耳。有殿，加韶密。象尊、胡尊、山雷各耳。有殿密，设而不着。边斗各十有一，其一设于篆木。行三、辅三、轨三，其一设于篆木。祖八，其二设于篆木。盘一，毛血斗一绝已有殿。沙池一玉璧匪一木四一，勺一相顶一相合一相暗一。柱暗一皆有一。红修器一以胜马动。冠喜位二，雷二，喜二。白罗金四，石以废。朱漆盘五。以上设计皆同。配位有象尊、无太尊。设而不着者，无象尊。余皆与正位同。此神奇。祭器之等也。篆木、沈篆殿、香殿、黄罗木三、黄罗额四、黄卷为一百。九十五幅。现设板位三十有五，子林拜入百，仆尾席各二百。PG 1245。木灯笼四十，降罗灯一百一十，红挑灯十，剪竹刀二，铁矾盆三十有架，黄竹二百，杂用竹二百，麻矾三百，松明青油各百斤。此篆木板为竹疗之用也。初县官仪雅县官仪中县官仪设司徒仪住殿官二。太常卿仪光禄卿仪领西令一，太官令一，京匪官四，住使四，监祭御史二，监礼博士二，司天监二，梁运令一，奉爵官一，司尊雷二，冠喜官二，爵喜官二，大赦令一，大赦臣仪，大乐令一，大乐臣仪协律郎二，奉礼郎二，独著官仪举著官二，奉弼官四，检竹官二，太著七，斋郎四十有八，赞者仪礼职官三，与祭官无定缘。此县设执事之人也。凡祭之日，以春秋二仲月上戊，延佑六年改用中戊。其仪柱之节有六，一曰迎香。前一日，有司告御房事，洒扫经行渠路，设香案。至日之明，有司聚香酒楼于三县官以下及诸执事官各聚。公服五品以下官斋郎等皆戒子一重天门。三县官及太常礼仪院官入奉祝及玉香上尊酒马动自内出。监祭御史监礼博士奉礼郎太祝分左右两班前导。控贺五人一人执伞四人执仪仗由大明门正门出，教坊大乐座，至重天门外，奉香酒马动者各安置于鱼导引如仪。至红门外，百官乘马分班行于仪仗之外，清道官行于仪位之先，兵马司巡兵夹道次之，金鼓又次之，金引仪从左右陈列又次之，教坊大乐仪对次之。控贺弩手各负其负，执仪仗左右陈列次之。拱卫使行其中，仪奉司系乐又次之。太常卿与博士御史导于于前，县官司徒驻殿官从于于后。
若驾信上都，三县官以下及诸执事官则意见。德门外皆具公服于乡于前北向立，亦为重行。四奉乡九官意。至太常官受而奉之，各置于鱼。礼职官赞，班旗鞠躬，再拜兴平立。班首稍前进户贵，众官皆跪。三 PG 1246。上乡出户就拜兴平立，退众定，北向立鞠躬，再拜兴平立。众官上马，分班前导如仪。至社稷坛北神门外，皆下马分左右入自北门，蓄力如仪。太常卿、博士、御史前导，县官、司徒、住殿等官后从。至望寺堂下，三县奉香酒，马动身阶。至于堂中黄罗幕下，礼职官引三县官以次而出，各一斋赐，是福。二曰斋戒。前期三日执名，有司设三县官以下刑事执事官，位于中书省。太尉南向兼记御史卫二于其西，东向兼礼伯侍卫二于其东，西向据北上。司徒、雅县、中县位于其南，北向四住殿、稍阙。四太常卿、光禄卿、大官令、司尊仪、梁运令、太摄令、领西令、光禄臣、大乐令、太摄臣。四督主官奉爵官、太助、助使、奉礼郎、协律郎、司天生、诸执事、斋郎每等亦为重行，据北向西上。赞者引行事执事官各就位立定。礼职官引太尉出现就位，读誓曰：某年某月某日上戊日，祭于太社太祭，各扬其职，其祸不尽，国有常行。散斋二日，宿于正寝，至斋一日于此所。散斋日至事如故，不吊丧问疾，不作乐，不判属刑杀文字，不决罚罪人，不与会。二是至斋日为祭事的行，其余悉尽。凡与祭之官以斋而却者，通赦刑事。七品以下官先退，余官对拜。首尾门兵卫与大乐工人俱清斋一日。行礼官前其席移于此所。三曰陈设。前其三日，所司设三县以下刑事执事官赐于斋房之内，又设撰木寺于西神门之外，稍南西向北上。今有撰木殿在西尾门外，近北南向陈设如仪。前祭二日，所司设兵卫各以其方色器服守卫尾门，每门二人，每余一人。大乐令率其属设登歌之乐于两坛上，稍北南向庆聚在东中，聚在西，驻仪在中，聚南稍东，与仪在庆聚南稍西。伯符儿一在驻南，仪在与南，东西相向。歌公赐之，余公位在县后。其 PG 1247。袍主者位于坛下，众行南向，相对为首。太摄令率其属扫除坛之上下，为一砍二余人的方身足以容物，难出壁。前祭一日，
司天监、太摄令率其属身，摄太摄、太纪神作各于坛上，进南北向。摄后土神作于太摄神作之左，后纪神作于太纪神作之左，据东向。席皆已观，应入如壁之色，摄神位板各于左手。奉礼。郎摄三县官位于西神门之内道南，雅县、中县位稍阙。司徒位。道北，太常卿、光禄卿赐之，稍阙。司天监、光禄臣又赐之。太摄令、大官令、粮运令、领西令、太摄臣、独柱官、奉爵官。太柱以次位于其北，诸执事者及柱使、斋郎位于其后。每等邑为重刑，据东向、南上。右摄监祭御史位二，监理博士位二。于太摄坛子壁之东北，据东向、南上。摄奉礼郎位于祭坛之西北隅，赞者位于东北隅，据东向。协律郎位二，于各坛上乐具东北，据南向。太乐令位于两坛乐具之间南向，司尊仪位于卓尊所，据南向。摄望义位于坎之南北向。右摄身绑于西神门外东向。朱太柱位于身西，柱使赐之，东向。太常卿、光禄卿、大官令位在南北向东上。监祭、监理位于太常卿之东稍阙，据北向东上。领西令位于身东北南向。右摄礼撰于申东，摄省撰于礼撰之北，今有省撰殿设位于其北，东西相向。南上，太常卿、光禄卿、大官令位于西，东向，监祭、监理位于东、西向，据南上，礼部设板案各于神位之侧，司尊仪。奉李郎率执事者设御婢匪于卓尊所，赐设边斗之位，每位各边十斗，十辅二，轨二，行三，组五，盘一。又各设边一斗一辅一，轨一，组三于篆木内，毛写别置一斗，设尊雷之位，设祭正位各太尊二、者尊二、西尊二、山雷二，于坛上有壁之西北隅、南向、东上。设配位各者尊二、西尊二、向尊二、山雷二，在正位九尊之西，据南向、东上。又设正位各向尊二、胡尊二、山雷二，于坛下子壁之东南向东上，配位各胡尊耳。 PG 1248。 山雷二在卯壁之南西向南上。右设喜位二于各坛子壁之西北南向，匪在喜东北四，执雷匪者各位于其后。忌日丑前五刻，司天监、太摄令各赴其父，率其属身，摄政配位神位板于坛上。又陈玉璧正位礼神之玉以两归有地，置于匣政配位璧皆以悬，各长一丈八尺，陈于匪。太柱取一玉加于璧，十于匪亦欲以玉石为之，及礼神之玉各置于神座前。光禄卿率其属入十边斗府轨，每位边三行，以右为上。第一行干
在前，干早，行言，余速次之。第二行，陆福在前，真实，干陶次之。第三行，林在前，倩立次之。斗三行，以左为上。第一行，秦租在前，笋租、葵租、金租次之。第二行，九租在前，鱼海、兔海次之。第三行，豚拍在前，鹿海、坦海次之。辅食以稻粮，鬼食以熟稷，行食以根。梁运令率其属入十尊。雷正位太尊为上，食以犯其者尊，食以礼其西尊，食以盎其象尊，食以提其胡尊，食以审其山雷，食以三九。配位者尊为上，食以犯其西尊，食以礼其象尊，食以盎其胡尊，食以提其山雷，食以三九。凡其之上尊，食以明水；九之上尊，食以玄酒。九其皆以上运代之。太常卿设烛于神座前，赐曰：“审生气。”前其一日午后八刻，诸位之属禁止行人。未后二刻，太赦令率其属扫除坛之上下。司尊仪奉礼郎率职，侍者以祭器入舍于位。司天监太赦令申设神位板及礼神，知欲必如仪。四告结毕，全撤祭日众赦。位后二刻，领西令与诸太助助使以身就位，礼职官赞者分引太常卿监祭监礼，大官令于西神门外审身位立定。礼职官引太常卿赞者引监祭监礼入自西神门，亦太赦坛自西毕身是敌着。于上执事者皆举密曰：“节赐亦太祭坛如太赦之仪器。”将众定。礼职官稍前曰：“告结毕，请审身，引太常卿稍前审。”生气退众定。赐引领西令出班巡身一匝，东向折身曰：“冲。”PG 1249。众定。诸太助俱巡身一匝，上衣元出班东向折身曰：“徒父。”喂。礼职官稍前曰：“审身毕，请就审转位，引太常卿以下各就位立定。”审撰毕，还斋所领西令与太助助使以次迁身一除，受大官令赐引光禄卿以下一除审鼎货是敌盖毕，乃还斋所。不后一刻，大官令率宰人以鸾刀割身，助使以斗取血各置于撰木，助使又取一血注于盘，遂烹身。五曰殿玉璧。祭日丑前五刻，三县官以下刑事执事官各服其父。有司设神位板，陈玉璧，石边豆腐鬼尊雷。四监祭。监礼暗示坛之上下，即撤去盖密。未明二刻，大勒令率工人入奉礼郎赞者入就位，礼职官赞者入就位，礼职官赞者分引监祭监礼诸太助助使斋郎及诸执事官自西神门南偏门入，当太赦坛北拥下，众行南向立，以东为上。奉礼曰：“再拜。”赞者乘船监祭监礼以下皆再拜。赐赞者分引各就
坛上下位，柱石奉盘写，太柱奉玉璧，游西皆升坛，各于尊所立。四引监祭，监理暗示坛之上下，纠察不如仪者，退重定。执名礼职官，赞者各引三县以下行礼职事官入就位，皆由西神门南偏门已入。礼职官进出县之左，曰：“有司警具，请行事。”退重定。协律郎贵府府举灰星公古柱乐作八成眼灰甲与乐止。礼职官引太常卿一写于砍器重定注史以盘还篆木以四凤毛写斗。奉礼曰：“众官在拜，在位者皆在拜。”又赞诸执事者各就位，礼职官赞者分引执事官各就坛上下位。诸太柱各取玉璧于匪，立于尊所。礼职官引出现义太设坛冠玺。位乐坐，至位南向立，乐止。进户冠首税首执户一坛。乐坐身自北壁至坛上，乐止。义太设神座前，南向立，乐坐进户跪。太柱加玉于壁，东向跪以受出现，出现受玉壁殿。气执户府福星少退，再拜气乐止。礼职官引出现将自北壁，义太祭坛冠喜位，乐坐至位乐止。冠喜气升坛殿玉壁。PG 1250。并如太社后土之仪。殿壁降自北壁，乐坐重定乐止。出现殿玉壁将壁，注使各奉毛血斗立于西神门外，四殿玉壁壁乐止。注使奉正位毛血入自中门，配位毛血入自偏门，至坛下。正位者身自北壁，配位者身自西壁，诸太柱引取于坛上，各进殿于神位前，太柱柱使俱退立于尊所。六曰进熟。出现祭殿玉壁，有司先臣顶入于神厨，各在于或有大官令出，率进撰者一厨，以彼身阳使于或各十余一鼎密之。注使以中对举鼎，有司执笔以从，各陈于篆木内。四光禄清初，率其属十边斗府鬼器，乃去鼎之中密，笔加于鼎。大官令以笔身阳使，各载于祖。四出现还未，乐止。礼职官引司徒出议篆所，率进撰者各奉正配位之撰，大官令引以次自西神门入。正位之撰入自中门，配位之撰入自偏门。撰出入门，乐坐撰至壁，乐止。注使俱进，撤毛血斗，将自西壁已出。正位之撰身自北壁，配位之撰身自西壁，诸太柱引取于坛上，各跪殿于神座前气抚福星。礼职官引司徒大官令及进撰者自西壁各重定。诸太柱还尊所，赞者曰：“太柱立毛居于沙池。”礼职官引出现官义太设坛冠喜位，乐坐至位南向立，乐止。进户冠首税首执户一爵喜位，至位南向立，进户喜爵。是爵以爵受执事者，执户一坛，乐坐身自北壁至坛上，乐止。义太设着尊所东向立，执事者以爵受出现，出现进户。
直觉思尊者举密梁运令贵着太尊之范齐乐作出现已决。受执事者执护义太摄神座前南向立敬护跪。执事者已决。受出现出现直觉三祭九殿觉执护府福星少退立乐止。举柱官跪对举柱板。独柱关西向跪独柱文。独气府福星。举柱观殿柱板于岸心出现在拜气乐止次义后土是着尊所东向立执事者以觉受出现出现近护直觉思尊以举密梁运令贵着着尊之范齐乐作出现以觉受执事者执护义后PG 1251土神座前西向立敬护跪执事者以觉受出现出现直觉三祭九殿觉气执护府福星少退立乐止举柱官跪对举柱板独柱官南向跪独柱文独气府福星举柱观殿柱板于岸心出现在拜气乐止降自北壁义太祭坛冠喜位乐座至位乐止冠喜身现并如太摄后土之仪降自北壁乐座重定乐止独柱举柱观义降重定雅现一两坛冠喜身现并如出现之仪中现冠喜身现并如雅现之仪中现殿现必降重定乐止执事者亦重定太柱各进撤边斗乐座促撤乐止奉礼曰赐座众官再拜赞者乘船在位者皆在拜气送神乐座亦臣止礼职官进出现之左曰请义望义卫御史博士从乐座至位北向立乐止出在位官将拜诸太柱各执匪进于神座前取义玉及毕斋郎以祖宰身体病属祭绝酒各由其必降至于砍气赞者曰可义东西各二人至土半砍李直观进出现之左曰李毕李直观各引县官以次出李直观引监祭太柱以下执事官俱赴于坛北拥下南向立定奉礼曰再拜监祭以下皆再拜气出柱使斋郎及工人以次出柱板凡于斋所光禄清监祭监礼展示久坐气乃退其告祭仪告前三日三县官以下诸执事官各具公服附中书审受世界告前一日审申气告日执名三县官以下诸执事各赴其赴礼职官引监祭监礼以下诸执事官入自北拥下南向立定奉礼郎赞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气奉礼郎赞曰各就位立定监祭监理是陈设弼重定立定理职官引三县司徒太常卿光禄卿入就位立定理职官赞有司警具请行事将神乐座八成旨太常卿意写重定立定奉礼郎赞
再拜。皆在拜气，李直观影出现。观意观喜位，观手气，亦设坛正位神座前南向，进户贵三上。PG 1252。香殿玉璧，直护府福星。再拜气，亦配位神座前西向，进户贵三上香殿璧，直护府福星。再拜气，亦祭坛冠喜位，冠首气升坛，并如上仪。具璧降重定。司徒绿斋郎进传殿气降重定。李直观影出现观意观喜位，观首气一觉喜位。喜觉气一九尊所着九气，亦设坛神位座前南向立，进户贵三上香，直觉三祭九余毛居，觉受执事者，直护府福星。四独住观独住文气，再拜星，亦九尊所着九气，亦配位神座前西向，进户贵三上香，直觉三祭九余毛居，觉受执事者，直护府福星。四独住文气，再拜星，亦祭坛冠喜位，冠首喜觉着现，并如上仪。具璧降重定。李直观影雅现，并如初现之仪，唯不独住。具璧降重定。李直观影中现，并如雅现之仪。具璧降重定。太柱撤边斗气，奉李郎赞赐座众观在拜气，李直观影三现，司徒太常卿意义坎位南向立定。李直观赞可意，李必出。李直观影兼祭兼礼太柱斋郎至北拥下南向立定，奉李赞再拜，皆在拜气出。先农先农之祀，始自至元九年二月，命祭先农如祭社之仪。十四年二月戊辰，祀先农东郊。十五年二月戊午，祀先农乙蒙。古咒子代耕吉田。二十一年二月丁亥，又命翰林学士陈止撒里蛮祀先农于吉田。武宗至大三年夏四月，从大司农请建农蚕二坛。博士义二坛之事与社稷同，纵广一十步，高五尺。四出壁外尾相去二十五步，每方有灵星门。今先农先蚕坛位在吉田内，若立外尾，恐妨千亩，其外尾勿住。是遂命四先农如社稷，礼乐用登歌，日用仲春上丁，后或用上星或甲日。著文曰：为某年月日，皇帝进遣某官，昭告于帝神农事。配神曰：于后祭事。四前一日未后，李直观影三现，兼祭礼以下审身传如常仪。PG 1253。四日丑前午刻，有司臣登烛设柱壁，大官令率其属入石边斗。尊雷丑正，李直观引先搬入旧位立定，赐引兼祭礼案事坛之上下，纠察不如仪者，必退重定东向立。奉礼曰：再拜。赞者臣传再拜气，奉礼又赞，诸执事者各就位。李直观各引执事官各就位立定，赐引三县官并与祭等官以次入就位。西向立
礼职官于县官之右，赞请行事，乐作三成止。奉礼赞，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柱贵取币于匪，立于尊所。礼职官引出县官一贯喜位，北向立，贯守税守币，身自东街。一神位前北向立，进户贵，三上香，受币殿币，直户府福星。少退，再拜气，降重定，立定。大官令绿斋郎设传于神位前壁，府福星退重定。礼职官引出现在一贯喜位，北向立，贯守税守，一爵喜位，喜爵是爵，一九尊所着九壁，一正位神位前北向立税户贵，三上香，三祭酒于沙池，爵受执事者，直户府福星北向立。四独柱壁，再拜星。四亦配位九尊所，着九器，一神位前东向立。进户贵，三上香，三祭酒于沙池，爵受执事者，直户府福星东向立。四独柱壁，再拜，退重定。四引雅中县行礼，并如出县之仪，为不独柱，退重定，立定。礼职官赞撤边斗，乐坐，促撤，乐止。奉礼赞赐坐，众官再拜。赞者承传，在位者皆再拜气，乐坐送神之躯，亦承止。礼职官引斋郎身自东街，太柱贵取壁柱，斋郎捧祖载身体及边斗富贵，各由其皆至坎位，北向立。四三县壁至立定，各贵殿器直护府福星。礼职官赞可议，乃议焚一壁，三县以赐一根的所根气而退，此其一也。先蚕之四位文宣圣，宣圣庙太祖始置于燕京，至元十年三月，中书省命春秋侍殿执事官各公服如其品，陪位诸如蓝带唐金行礼。陈宗始命建宣圣庙于京师。大德十年秋，庙成。至大元年秋七月，诏 PG 1254，加号先圣曰大臣至圣文宣王。延佑三年秋七月，诏春秋侍殿于先圣，以言子、岑子、子思、孟子配享，封孟子父为诸国公，母为诸国宣县夫人。皇庆二年六月，以许衡从嗣，又以先如周敦仪、陈浩、陈仪、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氏、吕祖迁从嗣。至顺元年，以汉儒董仲舒从嗣，齐国公叔梁歌加封起圣王。鲁国太夫人严氏起圣王夫人，严子衍国父圣公，岑子陈国宗圣公，子思宜国庶圣公，孟子邹国雅圣公，河南伯陈浩豫国公，伊阳伯陈仪洛国公。其柱壁之势，柱板三，各一尺二寸，广八寸，木用秋子帛。文曰：为年月日，皇帝敬遣某官等，至祭于大臣至圣文宣王。于先师曰：为年月日，某官等至祭于某国公。壁三用卷，各长一丈八尺，其身其器皿之数，身用牛以养五十五，以锡尊石范齐。
相尊十里齐，皆三有上尊，加密有韶，设堂上。太尊十范齐，山雷十里齐，有上尊。者尊十盎齐，西尊十里齐，相尊十审齐。胡尊十三九，皆有上尊，设堂下。冠喜位，在座皆之东。以相尊十里齐，有上尊，加密有韶，设于两吴境北。冠喜位，在阶下境南。边十斗十辅二鬼二灯三刑三祖三有毛血斗正配未同。边斗皆二鬼一辅一祖一从四皆同。凡同之气六百八十有一宣和决殿一斗二百四十有八辅鬼各一百一十有五灯六西尊相尊各六山尊二胡尊六者尊太尊各二雷二喜二龙韶二十有七殿二十有八爵一百一十有八竹木之气三百八十有四边二百四十有八匪三祖百三十有三陶器三平二香炉一边金二百四十有八辅鬼金二百四十有八祖金百三十有三黄金蒙丹石其乐登歌其日用春秋二重月上丁有故改用中丁其事殿之仪审申前其一日不食三县官兼祭官各具功PG 1255符一审申所作皆东西向立以北为上少请引赞者引三县官兼祭官巡申一匝北向立以西为上四里申者折申曰冲赞者曰告冲毕里申者又折申曰图赞者曰告图毕赞者复引三县官兼祭官一神除是敌盖毕还斋所是福是殿是日丑前五刻出县官及两五分殿官二员各具功服于幕次诸执事者具如服先于神门外西序东向立以北为上明赞臣传赞先一殿庭前再拜毕明赞身漏皆东南于西向立臣传赞立于神门皆东南于西向立长宜先引诸执事者各司其事引赞者引出县官两五分殿官点事陈设引赞者进前曰请点事陈设至阶曰身阶至殿言下曰已大臣至圣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北向立点事毕曰一眼国公神位前至位曰东向立点事毕曰一邹国公神位前至位曰西向立点事毕曰一东从四神位前至位曰东向立点事毕曰一西从四神位前至位曰西向立点事毕曰一九尊所曰西向立点事毕曰一三县爵喜位至阶曰降阶至位曰北向立点事毕曰一三县官冠喜位至位曰北向立点事毕曰请就次方出现点事时引赞二人各引东西五分殿官曰请一东西五神位前至位东曰东
昔曰昔相立。典氏毕曰：一先如神位前。至位曰：难相立。典氏毕曰：退矣。九尊所。至九尊所，东西相立。典氏毕曰：退一分殿官爵。喜位。至位曰：南相立。典氏毕曰：请就次。西五分殿官典氏毕引赞曰：请亦望亦位。至位曰：北相立。典氏毕曰：请就次。出现官事公服司中者集中出现矣。下各复其父其班于幕次。长以典氏班旗，一名赞报之，引礼者引兼祭官兼礼官就。PG 1256。位。进前曰：请就位。至位曰：就位西向立。名赞唱。曰：典乐官以乐恭敬，就位臣传赞曰：典乐官以乐恭敬。就位。名赞唱曰：诸执事者就位，臣传赞曰：诸执事者就位。名赞唱曰：诸身就位，臣传赞曰：诸身就位。引班者引诸身就位。名赞唱曰：陪位官就位，臣传赞曰：陪位官就位。引班者引陪位官就位。名赞唱曰：县官就位，臣传赞曰：县官就位。引赞者进前曰：请就位。至位曰：西向立。名赞唱曰：辟户四户辟迎神之躯九奏乐止。名赞唱曰：出县官以下皆在拜，臣传赞曰：鞠躬拜心拜心平身。名赞唱曰：诸执事者各司其事。四执事者立定。名赞唱曰：出现官殿毕。引赞者进前曰：请亦冠喜位。冠喜之乐坐。至位曰：北相立。进户冠首税首。出户乐止。即皆曰：深阶深殿之乐坐。乐止入门曰：一大臣至圣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就位北相立。稍前殿壁之乐坐。进户贵三上香奉壁者以壁受出现。出现受壁殿器。出户就拜心平身少退再拜鞠躬拜心拜心平身。曰：一眼国公神位前。至位曰：就位东向立。殿壁如上移。曰：一邹国公神位前。至位曰：就位西向立。殿壁如上移。乐止曰：退重定。即皆降殿之乐坐。乐止至位曰：就位西向立。四立定。名赞唱曰：礼传官敬祖。奉祖之乐坐乃敬祖。乐止敬祖毕。名赞唱曰：出现官行礼。引赞者敬前曰：请亦冠喜位。冠喜之乐坐。至位曰：北相立。进户冠首税首出户请一爵喜位。至位曰：北相立。进户执爵敌爵视爵以爵受执事者如是者三出户乐止曰：请亦九尊所。即皆深殿之乐坐曰：深阶乐止
至九尊所曰悉相力近乎直觉举密思尊者着悉尊之范其 PG 1257以觉受执事者如是者三出户曰义大臣至圣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就位北向立着现之乐座稍前近户跪三上香直觉三祭酒奠觉出户乐止助人东向跪读助住在县官之左独必心先意左配位南向立引赞曰九拜心平身少退再拜鞠躬拜心拜心平身曰一眼国公神位前至位曰九位东向立着现之乐座乐止独住如上仪曰一邹国公神位前至位曰就位西向立着现之乐座乐止独住如上仪曰退重定至阶降殿之乐座乐止至位曰就位西向立四立定明赞唱曰雅县官行礼引赞者近前曰请意冠喜位至位曰北向立进户冠首出户请意决喜位至位曰北向立进户直觉敌觉视觉已觉受执事者如是者三出户请意九尊所曰西向立进户直觉举密思尊者着相尊之礼其以觉受执事者如是者三出户曰义大臣至圣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就拜北向立着现之乐座稍前进户跪三上香直觉三祭酒殿觉出户就拜心平身少退鞠躬拜心拜心平身曰一眼国公神位前至位曰东向立着现如上仪曰一邹国公神位前至位曰西向立着现如上仪乐止曰退重定即阶曰降阶至位曰就位西向立明赞唱曰中县官行礼引赞者近前曰请意冠喜位至位曰北向立进户冠首税首出户请一觉喜位至位曰北向立进户直觉敌觉视觉以觉受执事者如是者三出户请一九尊所至阶曰身阶至九尊所曰西向立进户直觉举密思尊者着相尊之礼其以觉受执事者如是者三出户曰义大臣至 PG 1258圣文宣王神位前至位曰就位北向立稍前着现之乐座进户跪三上香直觉三祭酒奠觉出户就拜心平身少退鞠躬拜心拜心平身曰一眼国公神位前至位曰东向立着现如上仪曰一邹国公神位前至位曰
昔向立，擢县如上仪。乐止曰：“退众定。”即皆曰：“降阶。”至位曰：“就位。”昔向立。四中县将身皆名赞唱曰：“分县官行礼。”引赞者分引东西，从四分县官进前曰：“易冠喜位。”至位曰：“北向立。”进户冠首税首出户一爵喜位，至位曰：“北向立。”进户直爵敌爵士爵以爵受执事者，出户亦九尊所。至皆曰：“身皆至九尊所。”曰：“西向立。”进户直爵举密司尊者，擢相尊之礼旗以爵受执事者，出户亦东从四神位前。至位曰：“就位。”东向立稍前。进户贵三上香直爵三祭酒殿爵，出户就拜星平身少退鞠躬拜星拜星平身退众定。即阶曰：“降阶。”至位曰：“就位。”西向立。引西从四分县官同上仪，为至神位前东向立。四时折分县官离位，名赞唱曰：“两五分殿官行礼。”引赞者进前曰：“易冠喜位。”至位曰：“南向立。”进户冠首税首出户亦爵喜位。至位曰：“南向立。”进户直爵敌爵士爵以爵受执事者，出户曰：“义东五九尊所。”即皆曰：“身皆至九尊所。”曰：“北向立。”进户直爵举密擢相尊之礼旗以爵受执事者，出户义东五神位前。至位曰：“东向立稍前。”进户贵三上香直爵三祭酒殿爵，出户就拜星平身稍退鞠躬拜星拜星平身退众定。至阶曰：“降阶。”至位曰：“就位。”西向立。引西五分殿官同上仪，为至神位前东向立坐西向立。四中县时折两五分殿官同时众定，名赞唱曰：“礼传者撤边斗。” PG 1259。撤斗之乐作，礼传者贵，宜先胜前边斗，略离席，乐止。名赞唱曰：“诸执事者退众定。”四诸执事者置板位立定，送神之乐。左名赞唱曰：“出县官以下皆在拜。”臣传赞曰：“鞠躬拜星拜星平身乐止。”名赞唱曰：“助人取助，避人取避。”意义坎四撤助避者出殿门，北向立。望义之乐作，名赞唱曰：“三县官亦望义位。”引赞者进前曰：“请亦望义位。”至位曰：“就位。”北向立曰：“可义。”埋毕曰：“退。”众定。至殿庭前后乐止，名赞唱曰：“点乐官以乐公出就位。”名赞唱曰：“何虎。”又唱曰：“出县官以下退一员一位。”引赞者引县官退一员一位。至位出县在西，雅中县及分县以下在东，陪位官东班在东，西班在西。四立定，名赞唱曰：“元一。”
礼。 B. 退众定引赞者各引献官役目次更衣，其引服受作除国学外，诸处人衣常制。却礼之妙，始自太宗九年，令先圣五十一代孙袭封衍圣公，元错修之，官给其废。而代辞之礼，则始于武宗，身用太牢。礼物别给白金150两，彩币表里各十有三匹。四年冬，复遣祭酒留根往寺，身礼如旧。延佑之末，太定、天历初载，皆巡视典，锦币杂彩有加焉。岳镇海读，岳镇海读代祀，自中统二年始。凡时有九处，分五道。后乃以东岳、东海、东镇、北镇为东道，中岳、淮读、济读、北海、南岳、南海、南镇为南道，北岳、西岳、后土、河读、中镇、西海、西镇、江读为西道。继而又以一其迂远，复为五道。道遣十二人，集贤院奏遣汉官，翰林院奏遣蒙古官，出喜书给亦已行。中统初，遣道士或复以汉官。至元二十八年正月，帝谓中书省丞言曰：“五月四读辞事，朕宜亲往，道远不可。”大臣如卿等又有国务，宜遣重臣代朕辞之。汉人选民如及道士。PG 1260。习四事者，其礼物则每处岁四银香和一重二十五两，五月祖金幡二，超五百贯；四读之金幡二，超二百五十贯；四海、五镇销金幡二，超二百五十贯，至则守臣奉诏使行礼。皇帝登宝位，遣官至祭，将相翻和如前礼，为各家银五十两，五月各中统超五百贯，四读、四海、五镇各中统超二百五十贯。或他有道，礼义如之。其封号至元二十八年春二月，加上东岳为天齐大圣人圣帝，南岳司天大化昭圣帝，西岳经天大力顺圣帝，北岳安天大真玄圣帝，中岳中天大宁崇圣帝，加封江独为广元顺济王和独林元弘济王，淮独长元普济王，济独清元善济王，东海广德林惠王，南海广利林福王，西海广润林通王，北海广泽林佑王。成宗大德二年二月，加封东镇宜山为元德东安王，南镇会稽山为昭德顺应王，西镇吴山为承德永靖王，北镇伊乌驴山为真德广宁王，中镇霍山为崇德应林王。敕有司岁时与岳独同祀。郡县设稷。至元十年八月，甲辰朔，颁朱禄立社稷坛委仪式。十六年春三月，中书省下太常礼官，定郡县社稷坛委祭器制度，四祭仪式，图写陈书，名至元州郡通礼。元贞二年冬，复下太常，亦置坛于城西南二坛，方广释太社、太祭、杀其伴胡尊。二边斗皆八而无乐，身用养使，于皆与太社、太祭同。三县官以州长二为之。郡县宣圣庙。中统二年夏六月，
赵宣圣庙及所在书院有司，岁时至祭。月朔事殿。八月丁酉，命开平守城事殿于宣圣庙。成宗即位。赵取富林庙、上都、大都诸陆府州县义庙学、书院、善学土地。即共事庄田，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祀，修完庙宇。自是天下。PG 1261。郡义庙学，无不完器，是殿悉如旧仪。郡县三皇庙。元贞元年，初命郡县通祀三皇，如宣圣事殿礼。太昊伏羲。是以勾芒氏之神配，炎帝神农氏以祝融氏之神配，轩辕皇帝氏以封后氏、立木氏之神配。皇帝臣于夫以下十人，姓名载于一。书者，从四两五。有司岁春秋二季行事，而以医师主之。月正海独长寺。至元三年夏四月，定岁四月正海毒之至。正月冬月，正海毒，土王日祀泰山于泰安州，移山于益都府界，立春日祀东海于莱州界，大怀于唐州界。三月南月，正海毒，立夏日遥，祭衡山，土王日遥祭会稽山，皆于河南府界，立夏日遥祭南海。大江于莱州界。六月中月，正土王日祀嵩山于河南府界，或山于平阳府界。七月西月，正海毒，土王日祀华山于华州界。吴山于陇县界，立秋日遥祭西海，大河于河中府界。十月北月，正海毒，土王日祀衡山于曲阳县界，依乌驴于辽阳广宁路界。立冬日遥祭北海于登州界，祭毒于济源县。四官以所在守土官为之，既有江南，乃罢遥祭。风雨雷师，风雨雷师之祀，自至元七年十二月，大司农请于立春。后丑日，祭风师于东北郊，立夏后生日，祭雷雨师于西南郊。仁宗延佑五年，乃即二郊定立坛尾之制，其一柱阙。武成王，武成王立庙于枢密院公堂之西，以孙武子、张良、管仲、乐毅、诸葛亮以下十人从祀。每岁春秋仲月上戊，以阳仪式。一、西尊、象尊、编、斗、祖、爵、枢密院遣官，行三献礼。古帝王庙。尧帝庙在平阳。舜帝庙，河东、山东及南历山、蒲州、湖。PG 1262。南道州皆有之。禹庙在河中龙门。至元元年七月，龙门禹庙成。命侍臣持香致敬，有著文。十二年二月，立伏羲、女娲、舜汤等庙于河中解州、洪洞、赵城。十五年四月，修会川县盘古。王祠祀之。二十四年闰二月，敕春秋二仲丙日，祀帝尧庙。至和元年，礼部仪太常宋博士议舜禹之庙合一尧祠故事。每岁春秋仲月上旬卯日，有司捐节至祭，官给祭物。至顺元年三月，从太常奉李郎薛元德言、张德禄汤阴县北固有李成周文王祠，命有司奉祀如故事。
周公庙。周公庙在凤翔府岐山之阳。天历二年六月，以岐阳庙为岐阳书院，设学官。春秋是殿周文献王如孔子庙仪，凡有司志记，先代圣君名臣，皆有生无乐。名山大川忠臣义士之词，凡名山大川忠臣义士在四点者，所在有司主之，为南海女神林惠夫人，至园中以护海运有其应，加封天妃神号，即至十字，庙曰灵祠。直沽、平江、周京、泉、福、兴化等处皆有庙。皇庆以来，遂遣使机相遍祭，今翻一河，迎一挺，赴平江官曹司及本府官，用柔毛九里便服行事。著文云：为年月日，皇帝特遣某官等致祭于护国弼民广济福惠民者天妃。功臣祠，功臣之祠为故淮安中武王立庙于杭，春秋二仲月赐物，赐以少劳，用鞭斗斧轨，行着献礼。若为国文正公许衡庙在大明顺德中县王哈拉哈孙庙在顺德武昌者，皆岁时致祭。自古帝王而下，祭器不用鞭斗斧轨，宜非着殿者，有司便服行礼。三上香殿久而已。大臣家庙 ，PG 1263。大臣家庙为至治初右丞相拜住的立武庙，同堂议事，而生气一事未闻。PG 1264。至第二十七下，祭四六，至正清寺南郊。至正三年十月十七日，清寺号天上帝于环丘，以太祖皇帝配享。如旧行一致，又丞相托托为雅县官，太尉枢密之院阿鲁突为中县官，御史大夫博沙里为摄司徒，枢密之院汪家奴为大理使，中书平章也先贴木儿、铁木儿达十二人为侍中、御史大夫也先贴木儿。中书右丞太平二人为门下侍郎、宣徽使达士、铁木耳、太常同知李好文二人为礼仪使、宣徽院使也先贴木耳。直批政府，其余是四官一等地定拟。前期八月初七日，太常礼仪院仪官礼部、巨臣都审会集翰林、吉贤、礼部等官讲究典礼。九月内，陈奉班都知孙玉炫巨录清寺南郊遗著云：至斋日廷奏行杀文字，印响执事官员立誓于中书审响前一日执名，所司被法驾仪仗祭事响官分左右序立于崇天门外，太仆清控御马立于大明门外，是仪官导驾官各具公服，被擒职立于至斋殿前。通事舍人二员引门下侍郎，侍中入殿相向立，侍中跪奏请皇帝忠言，就拜新退出少请，引侍中跪奏外办，就拜新。皇帝出至斋殿，侍中跪奏请皇帝生于，是仪官导驾官引擎直前导巡辇路至大明殿西陛下。侍中跪奏请皇帝降于深殿，就拜新皇帝入殿即遇 PG 1265。左舍人引执事等官
续于殿五陛下相向立。通班舍人赞起。居引班局公平身。舍人引门下侍郎侍中入殿至御座前门。下侍郎侍中相向立。侍中跪奏请皇帝降殿升于旧拜新。是。移官前导至大明殿门外，侍中跪奏请皇帝升于旧拜新。至大明门外，侍中跪奏请皇帝降于乘马，门下侍郎跪奏请车驾进。发旧拜新，动称紧闭。至崇天门外，门下侍郎跪奏请车驾少。注：侍众官上马，旧拜新。侍中臣止，退称曰：“至可。”门下侍郎退传至侍众官上马，赞者乘船，侍众官于灵星门外上马少请。门下侍郎跪奏请车驾进发，旧拜新，动称紧闭。华盖伞善仪仗百官左右前导，教房乐鼓吹不作，至交谈南灵星门外。门下侍郎跪奏请皇帝全停，侍众官下马。侍中传至侍众官下马，自卑而尊与仪仗道卷而北，左右助力，驾至内灵星门。侍中跪奏请皇帝降马，步入灵星门，由右偏门入。稍息，侍中跪奏请皇帝升于旧拜新。侍仪官即导驾官引擎直前导至大赐殿门前，侍中跪奏请皇帝降于入旧大赐殿，旧拜新。皇帝入旧大赐，连降素未如是。侍中入跪奏，侍众官各退斋赐，旧拜新。通侍舍人臣旨，侍众官各还斋赐。上时敬善器礼仪使以注册奏御属器奉出，交祀令受而殿于殿。其享日丑时二刻，侍仪官被擒职，同导驾官列于大赐殿前。通侍舍人引侍中门下侍郎入大赐殿。侍中跪奏请皇帝忠言，服衮冕，旧拜新，退少请。舍人再拜引侍中跪板奏外半，旧拜新，退出。礼仪时入跪奏皇帝行礼，旧拜新，连卷出大赐。侍仪官被擒职，同导驾官前导。皇帝至西尾门，侍仪官导驾官擒职止于尾门外，进士官代理官接后从入殿中间跪敬大归。礼仪使跪请皇帝执大归，皇帝入行礼，礼节亦如旧制。行礼毕，侍仪官被擒职，同导驾官前导，皇帝还至大赐。通侍舍人引侍中入跪奏请皇帝解言，侍衮冕停五刻请。上时敬善 PG 1266。如仪所思被法驾仪仗同侍享等官分左右，蓄力于交南灵星门外，以北为上。舍人引侍中入跪奏请皇帝忠言，旧拜新，退少请。在影视中跪板奏外半，旧拜新。皇帝出大赐，侍中跪奏请皇帝升于，侍仪官被擒职，同导驾官前导至灵星门外。太仆卿进御马，侍中跪奏请皇帝降于乘马，旧拜新。门下侍郎跪奏请车驾进发，旧拜新，动称紧闭。
至临星门外，门下侍郎跪请皇帝少住，斥众官上马就拜星。侍中臣止退称曰：“至可。”门下侍郎传至，斥众官上马，赞者臣传，斥众官上马少。请门下侍郎跪奏请车驾进发，就拜星。侍仪官备勤职同道，驾官前导，动称紧闭华盖仪仗散扇，众官左右前导，教防月鼓吹皆作。至立正门里石桥北，舍人引门下侍郎下马，跪奏请皇帝全停，斥众官下马，赞者乘船，斥众官下马，舍人引众官分左右，先入鸿门内，到卷而北伫立，引驾马军士于立正门内时，桥大北伫立，依次到卷至临星门外，左右相向立，仗立于临星门内，到卷亦如之。门下侍郎跪奏请车驾进发，侍仪官备勤职导驾官导游从天门入，至大明门外，引侍中跪奏请皇帝降马身于就拜星。至大明殿，引众官相向立于殿陛下，赐皇帝入殿身坐。侍中跪奏请皇帝解言，斥众官皆退，通事舍人臣指斥众官皆退，交祀礼臣，至正清寺太庙。至元六年六月，监察御史臣常闻五行传曰：简宗庙废祭祀，则水不润下，近年雨则迁其四方多旱，而遂减四事，变更呈现，缘其所至，恐有感召，亲为国家四海一安。百有余年，列圣相承，典礼具备，莫不以孝治天下。古者宗庙四时之际，皆天子亲享，莫敢使有私设也。盖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孝，孝莫大于祭。世祖皇帝自新都城首建太庙，可谓之所本矣。春秋之法，国君即位，余年改元毕。PG 1267。行告庙之礼。夫自陛下即位以来，于今七年，未尝公议太庙，四为阙典。方今正化更新，并遵旧制，告庙之典，礼仪心想。时帝在上都，台臣以闻，奉旨若曰：四道大都，亲自祭也。九月二十七日，中书省奏以十月初四日皇帝亲祀太庙，至曰：可。前期告示以太师，又丞相马扎而台为雅县官，枢密之院阿鲁突为中县官，知院颇皮翰林臣指老张为驻殿官，大司农爱牙赤为七四县官，侍中二人，门下侍郎二人，大理使一人，直批政府一人，礼仪使四人，余各如故事。有司具遗嘱云：享前一日职名，所司被法驾于崇天门外，侍仪官引勤职同导驾官具公服，于至斋殿前左右分班侍立。臣奉舍人引门下侍郎、侍中人殿门下侍郎相向立，侍中跪奏陈某等官请皇帝忠言，就拜星退出。少请引侍中板奏外办，就拜星退。皇帝出斋事，侍中跪奏请皇帝升于巡辇路，由正门至大明殿。有陛下，
侍中贵奏请皇帝降于深殿，就拜星引皇帝即御座。执事官于五陛下起居器，舍人引侍中门下侍郎入殿，至御榻前，门下侍郎相向立。侍中贵奏请皇帝降殿深于，就拜星祷，至大明殿外。侍中贵奏请皇帝深于，就拜星至大明门外。太仆卿进御马，侍中贵奏请皇帝降于陈马器，门下侍郎贵奏请车驾进发，就拜星进发时称紧闭至重天门外，门下侍郎贵奏请车驾少住，斥众官上马，就拜星侍中臣止退称曰至可赞者乘船，斥众官上马少请，门下侍郎贵奏请车驾进发，就拜星进发时称紧闭导致太庙外红门内，门下侍郎贵奏请车驾全停，斥众官下马，就拜星赞者乘船，斥众官下马，门下侍郎贵奏请车驾进发，至石桥南，侍中贵奏请皇帝下马，步入神门，就拜星皇帝下马，侍仪官同导驾官前导，皇帝步入神门稍息，侍中贵奏请皇帝深于，就拜星至大赐殿门前，侍中贵奏请皇帝降于入旧大赐，就拜星连降素未如是。侍中 PG 1268入贵奏，斥众官各还斋赐，臣指赞者乘船，斥众官各还斋赐。赐行礼时至丑时二刻请，侍仪官备请职，同导驾官于大赐殿门前，舍人引侍中门下侍郎入大赐座前，侍中贵奏请皇帝忠言福衮冕，就拜星退少请，在引侍中贵奏外办，就拜星退礼仪使贵奏请皇帝行礼，侍仪官同导驾官导引皇帝至西神门，请执事仪官同导驾官止行礼毕，皇帝由西神门出，侍仪官备请职同导驾官引导皇帝还至大赐，舍人引侍中入贵奏请皇帝解言，侍衮冕上时敬善如侍婢，侍中贵板奏外办，就拜星退导皇帝出大赐，侍中贵奏请皇帝深于，就拜星侍仪官同导驾官前导至神门外，太仆卿进御马，侍中贵奏请皇帝降于陈马，就拜星陈马器，门下侍郎贵奏请车驾进发，就拜星退进发时称紧闭至临星门外，门下侍郎贵奏请车驾少住，斥众官上马，就拜星侍中臣止退称曰至可赞者乘船，斥众官上马少请，门下侍郎贵奏请车驾进发，就拜星进发时称紧闭，叫房乐正坐至立正门里石桥北，引门下侍郎贵奏请车驾全停，斥众官下马，就拜星赞者乘船，斥众官下马，门下侍郎贵奏请车驾进发，侍仪官引擎直同导驾官前导直侍官后从，皇帝由红门里撵路至大明门外，侍中贵奏请皇帝降马乘舆，就拜星侍仪官擎直
同导驾官导至大明殿，诸执事殿下相向立。四皇帝入殿深坐，侍中跪奏敕众官皆退，赞者臣传，敕众官皆退。三皇庙祭祀礼乐。至正九年，御史台以江西湖东道肃正廉访史文书讷所言据陈中书，其言曰：三皇开天立极，功备万世，京师每岁春秋。四世命太医官主祭，魁礼未称，请如国子学宣圣庙春秋事殿，上遣中书省臣代祀，一切以礼访其志。中书复礼部及礼官议之。是年十月二十四日，平章正式太部花定注等以文 PG 1269制曰可。于是命太常定仪式，工部范祭器，将这行省制雅乐器。复命太常博士定乐曲名，翰林国史院撰乐章时有六曲。明年祭器乐器具备，以一级百四十有八户冲庙护礼乐声。御药院大使卢亨素习音律，受命教乐宫四十有二人，各执其祭。乃祭秋九月九日阐释。宣徽宫礼传，光禄勋宫内运，太府宫经博，广元库宫相聚，大兴府尹宫牺牲，致毕资盛姚和中书奏拟三县官已赐定，诸执事并以亲望充。前一日内降玉香，三县官以下功服备大乐仪仗迎香，至开天殿鬼至退席。明日祭仪，席毕旧庙斋宿。今朝文武百司与祭官如之，各以礼祝祭。翰林辞臣具注文曰：皇帝敬遣某官某致祭乐章前卷四设祭乐章，具在礼乐类中，今附于此。将神奏贤臣之躯，皇中宫三臣，余皇三圣，神化无方，祭天立极，垂献百王，欲崇明寺。绿油旧章，灵犀来下，修有烈光。将神奏兵臣之躯，大吕角二臣，地德在人，日用不知，神之在天，审可度思。臣良日极，阐释有疑，敢以至臣，上又想之。将神奏故臣之躯，太促真二臣，大道之行，照自古先，功烈所加，何千万年，世尊侍奉，执事恐前，神哉佩兮，临风飒然。将神奏临臣之躯，应忠与二臣，雅奏告臣，神思降格，妥安有位，清妙意义，悉享前通，丰荣选赫，我其臣之百事无益。 PG 1270。出现冠喜奏捐臣之躯，孤喜功灵游历旨，试验以宁，即捐之享为银为清，一笔注资，卧冠而生，有福于弱，交于神明。出现身殿奏功臣之躯，南吕宫斋明圣福，克功命祀，洋洋在上，匪远聚耳，左右周旋，至将停止，事礼莫迁，用戒多止。殿壁奏知臣之躯，南吕宫
俊奔在列，品物贤备。李严载见，事成量毕，为资匪时，速将陈毅临西安留，成我西事。出现将殿，与身殿同，捧祖奏却臣之躯。孤喜功，我似如何有身在敌？既权且节，为祖恐硕，以将以响，其疑不推。神其敌长，唇骨噬息。出现冠喜，与前同。出现身殿，与前同。大号伏羲是未着现，奏却臣之躯。南吕公，武德之首，巍巍圣神。八卦有作，但开我人，物无能称。玄九在尊，心坚在资，唯德是亲。炎帝神农是未着现，奏却臣之躯。南吕公，累祀之力，人赖以生。古父寒补，地利难明。欲报之德，属计非心。卷言固之，享于客臣。PG 1271。皇帝有雄事未着现，奏却臣之躯。南吕公，唯一为常，法干孝坤。三臣顺序，万国来宾。典祀有常，多疑俱成。纯经畅达，匪极迷闻。配位着现，奏却臣之躯。南吕公，三圣衍临，孰有其实？唯尔有神，同工何德？披庸灵修，留于家席，立誓招配，永永无极。出现将殿，与前同。雅献奏却臣之躯，忠献同。孤喜功，缓节安歌，载身二伤。礼成三中，身见令方。凡百有职，往感代皇。神具罪止，心心乐康。彻斗奏却臣之躯。南吕公，边斗有见，因见旦时。礼文书洽，废撤不迟。慎终如始，进退无为。神其作我，随以凡。宋神奏却臣之躯。黄忠公，夜如何其明星惶惶。临事浮流，标举云翔。瞻望迷极，得因不忘。数回景况，发为真祥。望义奏却臣之躯。孤喜功，公助至告，礼备乐中。家身坚壁，气循月宫。精神思庆，惠泽无穷。楚修西美，万福来重。言子考比封事，至顺元年冬十一月望，取父衍国父圣公新庙落成。元统二 ，PG 1272。年改封言子考取父侯为杞国公，谥文玉，比其姜氏为杞国夫。人是端县夫人代是衍国夫人，是真素。又割一兜邹县墓地，三十顷，征其岁入，以给长嗣。宋武贤从嗣。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江浙行省据杭州陆生备本陆经历司陈准提控案独监照磨成发价格胡鱼蝶长尾。文治兴隆，以举行于矿点，如仙胞美，其激励于将来。凡在闻之，具容缄默。盖国家化名成俗，莫先于学校，
而学校之。设必崇先圣先师之祀者，所以报功而事劝也。我朝崇儒重道之意，度越前古，既以加封先圣大臣之号，又追崇宋儒周敦颐等封爵，比从寺庙庭报功事劝之道，可谓至矣。然有思讨论，魏晋上宜先儒杨时等五人位列从寺，遂使圣明之事有缺点。唯故宋龙图阁直学士是文静龟山先生杨时清的臣，门道统之传，排王室经义之谬，南渡后朱张吕氏之学，其原委脉络皆出于时者也。故宋楚氏延平先生李栋复合洛之学，以受朱熹凡及著所引诗说及其讲论之旨也。故宋中书舍人是文定胡安国，文道一洛志在春秋纂为集传，语义正经，明天理而服事教，有功于圣人之门者也。故宋楚氏赠太师荣国公，是文正九封先生蔡省从学朱子清晨只受者书籍传，发明先儒之所谓集，深有功于圣经者也。故宋翰林学士参知政事，是文中西山先生真德秀博学穷经，见履笃实，当时立伪学之境，以故善类德秀晚出，独以斯文为己任，讲习公行，党敬解而正学名。此五人者，学问皆道统之传，著述发如仙之密，其功甚大。况科举取士，以江湖安国、春秋、蔡沈、尚书集传表彰而尊用之。真德秀大学演义，亦被经言讲读，是皆有补于国家之治道者。以个人出处详见《宋史》本传，据应追昔名爵从四先生 PG 1273。庙庭可以敦厚如风，积劝后学，如蒙被陈上司深达朝审，命礼官讨论典礼，如周敦颐等立文奏施行，以补缺点，无道幸甚。本省以其言据资中书省，人遣胡于复都投诚。至正二十一年七月，中书判送礼部行仪翰林集贤太常三院会议，举准所言，回呈中书省。二十二年八月，奏准送礼部定拟武先生封爵士号，据赠太师。杨时追封吴国公，李栋追封越国公，胡安国追封楚国公，蔡省追封建国公，真德秀追封福国公，各给辞头宣命，遣官机往福建行省，访问个人子孙几父，如无子孙者，于其故所居乡里郡县学或书院祠堂内安置施行。朱熹加封其国父追谥县境。至正二十二年十二月，追谥朱熹父为县境。其致辞云：考德而论时，卓见丰仪之俊，观子而知父，待文诗礼之传，久必忧唐，披朝公论。故宋左丞一郎守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教刊，累赠通义大夫朱松，事不造进，德和中行。溯邹鲁之渊源，是开来学，开图书之运奥，
妙气玄机。奏对虽五于权奸，四续笃身于贤哲。化名成俗，著书满家。寂寂至数，世之光前，何节会一名之恐后。才高浮展，皆沈至于下僚道。大莫容，尽昌明于勇士。神灵不昧，修命其臣。可是献境其改封西为齐国公，至辞云：圣贤之运载诸经，义理时明于先政，封节之力垂诸事，包崇起兼于一时，不有惧如孰因宠恕。故宋华文革呆滞，累赠保摩阁直学士、太师，追封辉国公。是闻朱熹挺身意志，早擢科名，适用于郡县而善政。孔多回降于管阁而直言无隐，权奸屡错，志虑不回。著书立言，家乃简编之父，爱君忧国，负其经济之长。政学久达于中原，唤号身行于人庙，寻诸千亿，一亿故封国起迎秋元。西太公之净土，攘邻诸寺，上官尼父之宫墙，免相阴封载清。 PG 1274。 清命可追封齐国公，余病如故。国俗旧礼，每岁太庙四祭，用司阴间官议员，名蒙古巫祝当审身。时法服同三县官身殿，议事互告图，还至身所，以国语乎。内朝帝后明会而告之。明旦，三县礼毕，县官、御史、太常卿、博士赴身殿，分议各事。蒙古博而赤贵歌声，太扑清以诛其余。奉马乳着殿，巫祝以国语告神器，太祝奉祝必义疗位，县官以下副板位载拜礼毕。每岁驾幸上都，以8月24日祭祀，谓之撒马尼子。用马移节羊巴，采锻炼卷各九匹。以白羊毛缠若碎者九雕鼠皮三，命蒙古巫袭及蒙古汉人秀才达官四元领其事，再拜告天。又呼太祖臣及司玉明而助之，曰：托天皇帝福应，年年祭赛者，礼毕，长祭官四元各以祭毕表礼义与之。于毕及祭物，则凡与祭者共分之。每岁九月内及12月16日以后，于烧饭院中用马仪羊三马洞九里红之金币及礼券各三匹，命蒙古达官一员携蒙古巫袭觉得为砍以疗肉，仍以九里马洞杂烧之。巫袭以国语呼类朝玉明而祭焉。每岁12月下旬择日，于西镇国寺内墙下洒扫平地。太府监工彩璧，中上监工细沾针衔，五备四公弓箭环刀数杆。草为人形，以为狗，以剪杂色彩断为之长位，选达官世家之贵，重者交涉之。非别素、扎拉尔、乃蛮、芒古、台列班、塔达、山竹、学尼等氏族不得与列。设置糜烂，以洋酒祭之。祭毕，帝后及太子、嫔妃并设者，各解所服衣，比蒙古巫袭助赞之。助赞毕，遂以与之，名曰托灾。国俗谓之设草狗。
每岁十二月十六日以后选日，用白黑羊毛为线，帝后及太子自顶至手足皆用羊毛线缠系之，坐于寝殿蒙古屋。 PG 1275。 席念咒语，奉银槽助火，置米糠于其中，卧以酥油以其烟熏。帝之身断所系毛线，纳诸槽内，又以红帛长数寸，帝手裂碎之，拓之者三，并投火中。即解所服衣帽覆屋席，谓之脱臼哉。迎新服云：凡后妃妊娠，将及月辰，则移居于外毡帐房；若生皇子孙，则悉百官以金银彩缎，谓之撒达海。即弥月，赴海内寝其帐房，则以班次进臣云：凡帝后有疾为待，度不可越，亦移居外毡帐房；有不会，则就并殓其中。葬后每日用羊二次烧饭以为祭，至四十九日，而后以其帐房亦以次进臣云：凡公车宴驾，官用香楠木，中分为二，枯销人形，其广狭长短，仅足容身而已。炼用貂皮袄、皮帽，其靴袜细腰和波，具用白粉皮为之。训以金壶瓶二，盏一，碗碟持柱各一。炼器用黄金为箍四条以束之。余车用白毡青圆纳湿湿为帘，副官亦以纳湿湿为之。前行用蒙古乌袄一人，一星一骑马，牵马一匹，以黄金饰鞍佩，龙以纳湿湿，谓之金翎马。日三次用羊奠祭，至所葬陵的，其开穴所起之土尘块，依次排列之。官祭下，复依次掩覆之。其有甚土，则远至他所送葬官三元，居五里外。日一次烧饭至祭，三年然后返。世祖至元七年，以帝师八思巴之言，于大明殿御座上置白伞盖衣，顶用素缎泥金书范字于其上，为镇服邪魔或安国杀。自后每岁二月十五日，于大明殿起建白伞盖佛事，用朱色仪仗设置，隐隐伞盖周游皇城内外，云与众生服除不祥，导迎符止。岁正月十五日，宣政院痛中书审奏，请先其中书奉旨遗文。枢密院八位拨伞鼓手一百二十人，殿后军甲马五百人，台于兼弹汉官与神教军及杂用五百人。宣政院所辖官寺三百六十所，掌供应佛像、坛面、幢幡、宝盖、车鼓，头齐三百六十坛。PG 1276。每坛勤执台于二十六人，博古僧一十二人，大都路掌公各色经门大设一百二十对，教房司云和署长大月鼓、板杖鼓、臂力、龙笛、琵琶、针、蕊七色，凡四百人。新和署长妓女杂伴对戏一百五十人，祥和署长杂把戏男女一百五十人，仪奉司长汉人。回回河西三色戏乐，每色各三对，凡三百二十四人。凡执役者，皆官给铠甲袍服器帐，俱以先例整齐为上，珠玉金绣装束奇巧，
首尾排列三十余里。都城侍女闾阎具官礼部官典，是诸色对仗，刑部官巡绰喧闹，枢密院官分守城门，而中书省官议员总督视之。先二日，于西镇国寺迎太子游四门于高速向具仪仗入城。十四日，帝师律范僧五百人于大明殿内见佛事。至十五日，恭请伞盖于御座，奉至宝于诸仪卫队仗列于殿前，诸色设直祭诸坛面列于重天门外，隐隐出宫至庆寿。四具素食，食罢起行，从西宫门外远海子南岸入后宰鸿门，由东华门过延春门而西。帝及后妃公主于玉德殿门外搭经几无殿彩楼而观览焉。及诸对仗设直送金伞骸宫复宫至玉榻上，帝师僧众作佛事，至十六日罢散。遂以为常，谓之游皇城。或有因事而辍，寻复举行。下六月中，上京亦如之。PG 1277。至第二十八。于服一。若积往古，皇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伏牛乘马，引众致远，盖取诸大壮。免服车舆之志，其来上矣。于书舜作十二章，五服以命有德，车服以赏有功。礼记。于鸾车，下钩车，商大陆。至周，损益前代，便师长王之五冕。今车长王之五禄，而遗文十倍。然孔子论治天下之大法，于因禄取其职而得中，周免取其文而得中也。至秦并天下，兼收六国车骑服御，穷极持米，有大驾、法驾以及鲁布。汉成秦后，多因其久。由唐及宋，亦效秦法，以为盛典。余闻执事中之意，君子获得而易焉。元初立国，术士草创，官服车舆，并从旧俗，世祖混一天。夏进取经，宋远法汉唐，至英宗清四太庙，复至鲁部。今考之当时，上而天子之冕服，皇太子官服，天子之侄孙，天子之五禄与腰舆相教，以及一位对仗，下而百官祭服朝服，与百官之侄孙以及于是数人之服色，灿然其有章，自然其有序。大抵参酌古今，随时损益，兼存国志，用备遗文。于是朝廷之盛，宗庙之美，百官之富，有以成一代之制作矣。作于服制，而一位复见于后云免服。 PG 1278。天子免服，衮冕，制以七杀，上复曰言，卿表诸礼。言之，四周扎以云龙。官之口为引以珍珠，言之前后留各十二，以珍珠为之。言之左右系头框二，系以玄胆，成以玉片框，色黄，落以珠。官之周围珠云龙网结，通翠柳吊珠。言上横天河带以左右置地，珠殿科网结，翠柳珠丝足二，属珠玑。
为璎珞，以翠柳吊珠。簪以玉为之，横贯于冠。滚龙符，制以青罗，是以深色销金地心一日一月仪。深龙寺，复深龙寺，山三十八，火四十八，华虫四十八，虎尾四十八。长，制以飞罗，其状如群，是以文绣，凡一十六行，每行枣二，粉米一服二，服二。中丹，制以白沙，酱园黄乐伯父之。碧溪，制以飞罗，有表飞卷为礼，其形如衣毡，袍上者之，绣复深龙。玉佩，横移居以羽衣，冲牙以黄耳，冲牙以细黄。横下有银兽面，涂以黄金，双黄加之。次又有横，下有冲牙。棒别失双的以名，用玉。大带，制以飞白二色罗，何逢为之。玉环兽，制以纳石狮。金井也。上有三小玉环，下有青丝之网。红罗靴，制以红罗为之，高耀履，制以纳石狮，有双耳二，带钩，是以珠袜，制以红绫。右岸，太常吉里，至元十二年十一月，博士一拟，冕天。板长一尺六寸，广八寸，前高八寸五分，后高九寸五分，身为一尺八寸三分，并纳言，用青罗为表，红罗为里，周回圆以黄金。天板下四面，蛛网结子，花束坠子，前后共二十有四流。PG 1279。以珍珠为之。青碧线之天河带，两头各有珍珠精翠流三节，与滴子结花泉。红线组带二，上有珍珠精翠流，玉滴子，下有金朵耳。玫红绣款曼带一，头框二，珍珠垂系，上用金二子二。簪科款曼组带垫科各二，内组带科四，并漏玉为之。玉簪仪，顶面漏云龙。滚衣，用青罗加制，五彩兼金，绘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仪。正面日一月仪深龙寺，山十二，上下金华虫火各六对，虎追各雀对，背心仪深龙寺，山十二，华虫火各十二对，虎位各六对。中丹，用白罗丹制罗领表转，长一代表转圈，红罗八福加枣，上绣枣粉米福福，枣三十二，粉米十六，福三十二，福三十二。碧溪一带一票转，红罗加枣八福，上绣深龙耳，绣一福六彩之枣，红罗托里小绣三，色同大寿，销金黄罗寿头泉，上兼施二玉环，并捻云龙。飞白大带一，销金黄带头，殿科二十有四。红罗乐，薄夷青罗抹带一。配二，玉上、中、下黄各一，半月各二。并捻玉为云龙纹。玉滴子各二，并珍珠穿枣，金碧钩兽面，水叶环丁泉，梁带一红罗里漏金为之，上为玉额七，塔尾树各一金攀龙口，戴帽衬丁，细一重底红罗面，白绫托里如一头，
削金黄螺圆口，玉鼻唇饰以珍珠，金飞罗锦袜亦亮。大德十一年九月，博士义唐至天子衮冕，垂白珠时有二流，以祖为因，色如其兽，头旷冲耳，欲簪倒，悬衣熏长。凡十二章，八章在一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火、宗。一四章在长、早、粉米、腐、福。表令为生龙，皆知成之。龙章以下，每章一行，每行十二。白沙中丹、府岭、清表传居。福家龙、山、火三章。翠冕以上、火、山二章。纸冕、山一章。玄冕五章。革带、大带、玉佩、兽、袜与上同。细加金饰。享庙、夜庙及朝遣上将、真海引至，建作家元符，纳后元日。PG 1280。受朝及林宣策拜王公则服之。又送至天子府有衮冕，广尺二寸，长二尺四寸，前后时有二流二框，并冠珍珠，又有翠流。十二必奉衔之，在珠流外。冕板以龙鳞锦表，上缀玉为漆。星棒狮琥珀瓶，西瓶各二十四，周缀金丝网垫，以珍珠杂宝。玉加紫云白鹤锦鲤。四柱饰以七宝，红绫里。金饰玉簪倒。红丝绦足带。亦谓之平天冠。衮服青色，日、月、星、山、龙。至虎位七章。红裙、枣、火、粉米、腐、腐五章。红碧玺。生龙二，并之成，兼以云彩，饰以金细花钿珂，装以珍珠、琥珀、杂宝玉。红罗如裙。绣五章，清表传居。六彩兽以小兽。三结三玉环三。素大带朱里。青罗四神带二，绣四神盘。结兽带是并同衮服。白罗中丹，青罗抹带，红罗勒帛，鹿卢玉。巨剑玉标首露白玉双配。金饰冠珍珠，金龙凤革带，红袜，赤细金细花，四神玉鼻。祭天的宗庙，受册尊号，元日受朝，册皇太子则服之，是谓果行。至延佑七年七月，因宗命礼仪院使巴斯及司传旨，令沈臣与太常礼仪院素制法服。八月，中书省会及翰林、吉贤、太常礼仪院官讲义，依秘书监所藏前代帝王衮冕法服图本，命有司制如其事。正规制以玉，长一尺二寸，有带附之。皇太子官服、衮冕、玄衣、勋长、中丹、碧玺、玉佩、大寿、珠袜、赤细。按太常吉礼，至元十二年，博士拟衮冕制，用白珠九流，红丝组为因，青框冲耳，西簪倒，青衣珠长九章。五章在一山龙华虫火宗仪。四章在长、早、粉米、腐、福。白沙中丹、青饰票篆居。革带、涂金银钩摇。碧玺、随长。色、为火、山二章。
余玉双佩，四彩之臣大寿，兼施玉环三。白袜珠系，系加金图银扣。PG 1281。大德十一年九月，诏拟前代制度。唐至皇太子衮冕垂白珠九流，红丝组为缨，青框充耳，西簪岛玄衣，勋长九章，五章在衣，山龙华虫火棕仪，四章在长枣粉米斧符之臣之，每行一章，斧符众以为等，每行九。白纱中单，府领青表篆居，隔带金钩摇，大带碧溪随长色火山二章，玉巨剑金宝饰玉标首，鱼玉双配珠祖带大寿，四彩赤白漂干，纯珠直长丈八尺，手广九寸，小双寿长二尺六寸，色同大寿，而手半只，兼施玉环三。珠袜赤系加金饰，是从祭祀及夜庙加元符，纳妃服之。宋至皇太子衮冕垂白珠九流，红丝组为缨，青框充耳，西簪岛青一珠长九章，五章在衣，山龙华虫火棕仪，四章在长枣粉米斧符白纱中单青表篆居，隔带涂金银钩摇碧溪随长色火山二章，鱼玉双配四彩之臣大寿，兼施玉环三。白袜珠系，系加图金银饰，加元符从四受册夜庙朝会服之，以拟其志为果造。三县官及司徒大理史记服，龙金貂蝉官武青罗服武领袖蓝具用造林红罗群舞，造林为蓝红罗碧溪舞，其罗花样俱细母丹白纱中丹舞黄林带红祖金寿生舞红祖金翼语言纳石狮各配玉环耳相互舞银树带舞玉佩舞白罗方新曲领舞赤格履舞队白绫袜舞队住殿以下诸执事官官服：貂蝉官、谢志官、七梁官、六梁官、五梁官、四梁官、三梁官、二梁官二百，青罗服二百，领袖蓝具用造绫红绫裙二百，造绫为蓝红罗碧溪二百，紫罗宫服二百，用梅花罗白纱中单二百，黄绫带织金寿身二百，红一百九十八，青二各配铜环耳铜束带二百，白罗方新曲领二百，铜配二百，斩角蒲头二百，涂金。 PG 1282。荔枝带三十，乌角带一百七十，造靴二百对，赤格履二百对，白绫袜二百对，相护三十，银杏木护一百七十。凡县官诸执事行礼，具依法服。为监察御史二官谢志服亲授。凡迎香独住及四日遇阴雨，具依紫罗宫服。六品以下皆得戒子。都监库、慈济局、宜鸾局、神厨局头目常行人等，交缴仆头五十，
窄袖子罗服五十，涂金束带五十，造靴五十对。初献宗人子年秋八月，祭天于日月山，用冕服自此始。臣宗大德六年春三月，祭天于立正门外丙的，命县官以下诸执事各具公服行礼。是时大都未有交谈，大礼用公服自此始。九年冬至祭享，用官服，依宗庙见用者制。其后节次祭祀，或和四天地，增配位从祀，现设执事，续置官服，与法服库收掌。法服二百九十有九，公服二百八十，窄子二百九十有五。至大监太常博士李之少、王天佑书臣，亲赐冕无留，服大裘而加衮，裘以黑高皮为之。臣下从祀官服，历代所上其制不同，极易的依宗庙建用官服制度，设计祭服，青罗袍123，白纱中单133，红梅花罗裙123，蓝织锦铜环寿身2，红织锦铜环寿身1。117，红织锦玉环寿身4，红梅花罗碧玺123，革履123，白绫袜123，白罗方兴曲领123，黄绫带123，配123，铜横黄者119，玉横黄者4，蓝素柱丝带123，银带4，铜带119。冠123，水饺簪金梁冠170，纱冠110，谢制冠2，龙金纱冠4，木户123，紫罗公服123，黑漆仆头123，斩角全二色罗叉领123，镀金铜荔枝带10，角带113，象户13只，木户110只，黄绢单包覆123，紫柱丝抹口青毡袜113，造靴衣 PG 1283。123，窄子罗衫30，黑漆蒲头30，铜束带30，黄绢单包覆30，造靴30，紫柱丝抹口青毡袜30。宣圣庙祭服，县官法服，七梁冠3，簪裙压青袍3，绒锦寿身3，各带青绒网并铜环2，方兴曲领3，蓝结带3，铜佩3，红罗裙3，白绢中单3，红罗碧玺3，革履3，白绢袜全执事如服，软脚唐巾，白蓝叉领，黄听脚带，造靴各9。十有八曲阜祭服，连禅冠40有3，七梁冠3，五梁冠30有6，三梁冠4，造柱丝鞋30有6两，梳脚蒲头2，软脚唐巾4。十脚簪40有3，观音40有3副，凡80有6条，像牙户7，木户30有8，玉佩7，凡10有4系，铜佩30有6，凡70有2系，带80有5，蓝听带7，红鞋带3。10有6，乌角带2，黄听带，乌角偏带40，大红金寿结带7。上用玉环10有4，青罗大袖加17，紫罗公服2，褐罗大袖衣30有6，白罗衫40，白绢中单30有6，白纱中单7，
大红罗加必息七，大红加长，非红罗加必息三十有六，非红加长四，黄罗加长三十有六，黄罗大带七，白罗方兴取领七，红罗寿带七，黄卷大带三十有六，造靴白羊翠袜各四十有二。对，大红罗鞋七两，白卷加袜四十有三两。侄孙汉言一色服也，内廷大宴则服之，冬夏之服不同，然无定制。凡勋戚大臣进士，次则服之。下至娱乐宫卫士，皆有其父。今粗之制，上下之别，虽不同，总谓之侄孙云。天子侄孙，冬之服凡时有一等，服纳实施，今谨也。切免礼，简容也。则冠金锦暖帽，服大红、桃红、紫蓝、绿。宝礼，宝礼，服之有蓝者也。则冠七宝重顶冠，服红、黄、粉。皮，则冠红金搭紫暖帽。服白、粉皮，则冠白金搭紫暖帽。服银。PG 1284。鼠，则冠银鼠暖帽，其上并加银鼠比肩，俗称曰盼子达乎。下之服凡时有五等，服达纳都纳实施，坠大珠于金颈，则冠宝顶金凤伯利，服素不都纳实施，坠小珠于金颈，则冠珠子卷云冠，服纳实施，则貌亦如之。服大红珠宝里红毛子达纳，则冠珠圆边伯利，服白毛子金丝宝里，则冠白藤宝贝帽，服驼鹤毛子，则貌亦如之。服大红、绿、蓝、银鹤、枣鹤、金绣龙五色罗，则冠金凤鼎立，各随其父之色。服金龙青罗，则冠金凤顶七杀冠；服珠子鹤七宝珠龙搭子，则冠黄牙乎宝贝珠，子戴后檐帽；服青素肤金丝蓝子，素肤回回毛布之金者也，则冠七宝七杀戴后檐帽。百官侄孙，冬之服凡九等，大红纳实施一，大红切免礼仪。大红冠素一，桃红、蓝、绿冠素各一，紫、黄、鸦青各一。下知服凡时有四等，素纳实施一，具献宝礼纳实施一，枣鹤魂金尖丝蛤珠一，大红冠素带宝礼一，大红明珠搭紫一，桃红、蓝、绿、银鹤各一，高丽鸦青云绣罗一，驼鹤、倩红、白毛子各一，鸦青冠素带宝礼一。百官公服，公服制以罗、大袖、盘领、具右衽，一品子大独科花，近五寸；二品小独科花，近三寸；三品散达花，近二寸，五枝叶；四品、五品小杂花，近一寸五分；六品、七品飞罗小杂花，近一寸；八品、九品绿罗，无纹蒲头，七杀为之，斩其角。户制以牙，上圆下方，或以银杏木为之。偏带正从一品以玉，或花，或素；二品以花锡；三品、四品以黄金为荔枝；五品以下以乌锡，并八胯听用诸葛；靴以皂皮为之，一味服色。
SPG 1285。交角蒲头，其志今后交折其角。凤翅蒲头，志如唐金，两角上曲而作云头，两旁附一两金凤翅。学士帽，志如唐金，两角如池头下垂。唐金，志如蒲头，而坠其角，两角上曲作云头。控鹤蒲头，志如交角，今露其额。花角蒲头，志如控鹤蒲头，两角及额上，促向身杂花。锦帽，志以七纱，后拂两旁，前拱而高，中下，后画连前。锦，前额作句文。平金则黑漆格为之，形如敬贤官之龙金，或以青，或以白。五辫，制以皮加漆。甲漆冠，制以皮加黑漆，雌黄为圆。抹额，制以飞罗绣宝花。金，制以狮五色画宝香花。兜鍪，制以皮金土五色，各随其甲。衬甲，至如云间，青锦直，圆以白锦，中以毡，里以白卷。云间，至如四垂云，青圆黄罗五色，嵌金为之。两当，至如山。衬袍，至用飞锦，武士所以衣亦两当。士族袍，至以绢丝会宝香花。窄袖袍，至以罗或狮。变线袄，至如窄袖衫，腰作变线细折。控鹤袄，至以青飞二色锦，圆打宝香花。窄袖袄，常行于士所服，干邹色。乐宫袄，至以飞锦明珠琵琶窄袖，变线细折。甲，腹帛眼心汉背汉骨，至以皮或为虎纹狮子。 PG 1286。 文，或诗经楷萧子文。壁钩，至以锦绿绢为里，有双带。锦藤蛇，树麻长一丈一尺，裹以红锦。束带，红厅双塔尾，黄金图铜胯，于铜腰带而狭小。绦环，制以铜黄金涂之。汉胯，制以青锦，圆以银鹤颈，或绣扑兽，兼以云气。行藤，以绢为之。鞋，制以麻。翁鞋，制以皮为履，而长其腰，附于行藤之内。云头靴，制以皮邦嵌云朵，头作云象，翁束于颈。服色等地，仁宗延佑元年冬十有二月，定服色等地，诏曰：彼年以来，所在市民弥利相上，尊卑混淆，见礼废财，朕所不取。贵贱有章，一民国志，简奢终结，可复民财。命中书省定立服色等地于后。一，蒙古人不在境县，即见当窃薛诸色人等亦不在境县，唯不许服龙凤纹。龙为五爪二角者。一，直观除龙凤纹外，一品二品服魂金花，三品服金搭子，四品五品服云绣带蓝，六品七品服六花，八品九品服四花。直视散官从一高细腰，五品以下许用银并减铁。一，命付衣服，一品至三品服魂金，四品五品服金搭子，六品以下为服销金并金沙搭子。首饰，一品至三品许用金珠宝玉，四品五品用金玉珍珠，六品以下用金
为耳环用珠玉。同即不献亲疏，其亲虽别疾，并出嫁同。一器皿为茶酒器，除细造龙凤纹不得使用外，一品至三品许用金玉，四品五品为台盏用金，六品以下台盏用镀金，余并用银。 PG 1287。 一帐幕除不得用者黄龙凤纹外，一品至三品许用金花刺绣纱罗，四品五品用刺绣纱罗，六品以下用素纱罗。一车舆除不得用龙凤纹外，一品至三品许用尖金装饰银狮头、绣带、青幔，四品五品用素狮头、绣带、青幔，六品至九品用素云头、素带、青幔。一安佩一品许是以金玉，二品三品是以金，四品五品是以银，六品以下并是以偷石铜铁。一内外有出身考满印入流，建议人员服用与九品同。一受各头下令旨，均旨有印信，见任勾当人员亦与九品同。一庶人除不得服者黄，为许服暗花柱丝绫罗毛翠帽，力不许是用金玉，削不得材质花样，首饰许用翠花，并经拆批。各一式为耳环用金珠碧钿，余并用银。酒器许用银壶瓶台盏，余炫余并禁止。帐幕用纱绢，不得者黄，车舆黑油，其头平顶造满。一朱色木人除行营帐外，其余并与庶人同。一朱直官制士与贱人同。解将者一应得品级，不许者与庶人同。一父祖有官，既没年生，非犯除名不恤之限，其命复及子孙与贱人同。一朱乐一人等服用，与庶人同。凡成应装扮之物，不拘上吏。一造吏公使人为许服卷。一昌家出入只服造被子，不得乘坐车马，于一就吏。一今后汉人高丽南人等头充窃削者，并在进献。一服色等地，上的兼下，下不得见上。违者直官解见。任积年后降一等序，余人爵五十七下。违禁之物，复告捉人。PG 1288。充赏。有司禁制不严，从监察御史连访司纠治。御赐之物不在禁限。玉露。玉露。青植精装青绿藻井烤老轮盖。外施精装雕木。云龙内盘捻玉符海元龙椅顶上扎以金图偷石药业八十一。上为九者二，中为九者三，下为九者四。顶轮一三重，上二重。青绣云龙瑞草，下一重无纹。轮一内黄乌移黄素柱丝沥水。下周垂蛛丝结网，青柱丝绣小带四十八，带头坠金图小铜铃。青柱丝绣落带二。顶轮平素面加用青柱丝，盖四周垂流苏八，是以五色绒线结网五重，金图铜箔五，金图木珠二十有五，有细玉杂配八，横黄冲羽泉，金图偷石勾挂十六，
黄蓉冠顶天星直下十字神二，各长三丈。盖下立珠七柱四，柱下直平盘，虚贵中临三十，下外逛二。七会西象、鹦鹉、锦雉、孔雀、隔科嵌装花板。贵州珠七沟，蓝云拱的狭叶百七十有九，下垂牙护泥须板，并珠七化瑞草。沟栏上玉形龙石，碾玉蹲龙石，孔雀与台九，水晶焰火珠七，金圈焰铜罩八。余下周垂蛛丝结网，是以金图偷石夺三百彩，画偷石梅二嵌网眼中。余之长圆三，界圆勾心各三，上下龙头六。前圆引手玉螭头三，并系以蹲龙。后圆方眼头三，逛头石六，全以蹲龙三。圆头横以两端玉龙头二，上列金图铜凤石二，含以金图铜铃。鱼之轴仪轮二，轴之梭罗二，明霞蹲龙全并清七。轮之福各二十四，鼓手压贴金图铜鼓叶八十一，金图偷石琴耳链攀四。贵之前朱漆金装云龙鹿牌一牌字以玉装坠鹿之香，四壁雕搜漆画甜心阁科龟文滑板，上层左画青龙，右画白虎，前画朱雀，后画玄武。鹿之前额玉形龙耳，凤翼水晶珠，后额如之前两柱青龙鳞所舞，贴金鸾和大响铜铃时，金图偷石双鱼舞。下珠七世贵一贵，上金香球金香宝。 PG 1289。金香盒银灰盘各一，并黄丝绶带。鹿之后珠七后坠一金图屈虚黄柱丝削金云龙门帘仪飞柱丝绣云龙带耳。鹿之中金图偷石角碾玉龙椅一靠背，上金图圈燕玉明珠一，又见太长其时有二游青罗绣日月五星升龙，又见踏几已久游青罗绣云龙，中央黄罗绣青黑符文两旗绸杠，并青罗旗手金图偷石龙头二，金图铜铃二，金图偷石薄青鹰蕊十二重，金图木珠流苏十二重。龙椅上方座一，绿入一接锦削金黄罗加帕一方鱼的入二，勾栏内入八，皆用杂锦旗青七金图偷石角叶踏到一，小入五重青七雕木图金龙头行马一小青七梯一青七柄金图长拖叉二，短拖叉二金图手青七推杆一，青龙引路锁二，各长六丈余金图铜环二，黄蓉随一鹿马淡马并青色安配秋乐音符引，并青为金饰淡马青织金柱丝替四副青罗削金卷里龙安六盖鹿黄卷大蒙帕一黄油卷帕一架势平金大秀，并青绘柱丝为之。至至元年，因宗亲祀太庙，赵中书及太常礼仪院礼部定拟置鲁部五路，以平章正事张圭、留守王伯胜将作院史名礼。董阿是以史以剌图满董其事。是年，御鹿城。明年，清祀御
之。后复命造四路，攻渭城而罢。金鹿赤直，金装青绿凿井，烤老轮盖，外施金装雕木云龙，内盘真金符海元龙椅，顶上扎以金图偷石药叶八十一，上为九者二，中为九者三，下为九者四，顶轮一三重，上二重，大红绣云龙瑞草，下一重无纹。轮衣内黄乌仪黄素柱丝沥水，下垂蛛丝结网一周，大红柱丝绣小带四十八，带头坠金图小铜零三百，大红柱丝绣落带二，顶轮平素面加用飞柱丝盖之四，周垂流苏八，是以五色绒线结网五重，金图偷石杂配八，横黄冲羽泉，金图偷石勾挂石有六，黄荣冠顶天星直下十字神耳盖下立珠七柱四，柱下直平盘虚贵中零三十，旗下外挂二 PG 一千两百九十七，会西象鹦鹉景致孔雀隔科嵌装花板柜上周遭珠七勾栏云拱的匣叶一百七十有九，下垂牙护泥须板并珠七化瑞草，勾栏上金图偷石形龙十二，金图偷石蹲龙石孔雀羽台九，水晶面火珠七，金圈燕铜罩八，余下垂蛛丝结网一遭，是以金图偷石夺子三百，彩画偷石梅二嵌网眼中，鱼之长圆三，借圆钩心各三，上下龙头六，前圆引手金图偷石吃头三，并系以蹲龙，后圆方眼头三，逛头十六，系以蹲龙三，圆头横移。两端金图偷石龙头二，上列金图铜凤十二，含以金图铜铃鱼之轴移轮耳，轴之梭罗二，明霞蹲龙泉，并七以翅轮之符各二十有四，鼓手压贴金图铜鼓叶八十有一，金图偷石琴而练潘四贵之前，朱漆金装云龙鹿牌仪金图铁屈须鹿之香四壁雕搜漆画田心阁科龟纹花板，上层左画青龙，右画白虎，前画朱雀，后画玄武鹿之前额金形龙二，凤一水金珠，后额亦如之，前两柱飞荣灵所舞贴金鸾和大响铜铃时，金图偷石双鱼舞下珠七世贵仪柜上金香球仪金香宝仪金香盒银灰盘衣并黄柱丝绶带鹿之后珠七后坠仪金图屈须黄柱丝削金云龙门帘仪飞柱丝绣云龙带耳鹿之中黄金装角龙椅依靠背上金图圈燕玉明珠衣左剑太长旗时有二游飞罗秀日月五星升龙右剑踏戟依九游飞罗秀云龙中央黄罗秀青黑符文两旗绸杠并大红罗旗手金图偷石龙头二金图铜铃二金图偷石薄珠英蕊十二重，金图木珠流苏十二重。龙椅上金井方座子一律可贴金井也。入仪萧金黄罗加帕一方鱼的金井入一律可贴入一勾栏内可贴条入四，栏柱丝条入四，
诸七经徒偷食脚叶踏到一小可贴条入五众。诸七雕木图金龙头行马以小诸七梯移诸七丙金图长拖叉二短拖叉二金图手诸七推杆移红绒引路索二金图同环二黄绒直随一鹿马淡马并赤色安配秋乐音 PG 1291符套像并赤为金装淡马红之金柱丝替四副红罗霄金红卷里龙安六盖鹿黄卷大蒙帕一黄油卷帕一架势平金大袖并非袖柱丝为之向鹿黄直金装青绿藻井烤老轮盖外施金装雕木云龙内盘苗金象牙雕符海元龙以顶上扎以金图偷食药叶八十有一上为九者二中为九者三下为九者四顶轮一三重上二重黄秀云龙瑞草下一重无纹轮一内黄乌移黄素柱丝立水下垂蛛丝结网一遭黄柱丝绣小带四十有八带头坠金图小铜铃三百黄柱丝绣落带二顶轮平素面加用黄柱丝盖之四周垂流苏八是以五色绒线结网五重金图铜箔五金图木珠二十有五又系金图偷食杂配八横黄冲羽泉金图偷食勾挂十有六黄绒冠顶天星直下十字神二盖下立珠七柱四柱下直平盘虚贵中零三十下外逛二七会西象鹦鹉景致孔雀隔科嵌装花板柜上周遭珠七勾栏云拱的霞叶百七十有九下垂牙护泥须板并珠七化瑞草勾栏上描金象牙雕形龙石蹲龙石孔雀与台酒水晶面火珠七金圈燕铜照八余下垂蛛丝结网一遭是以金图偷石夺子三百彩画偷石眉二嵌网眼中余之长圆三借圆勾心各三上下龙头六前圆引手描金象牙雕吃头三并系以蹲龙后圆方眼头三逛头石有六系以蹲龙三圆头横移两端描金象牙雕龙头二上列金图铜凤十二含以金图铜铃鱼之轴移轮二轴之缩罗二明霞蹲龙泉并七以黄轮之符各二十有四鼓手压贴金图铜鼓叶八十有一金图偷石琴耳链攀四贵之前朱七金庄云龙鹿牌移金图铁屈须鹿之香四棒雕搜七画甜心隔科龟纹花板上层左画青龙右画白虎前画朱雀后画玄武鹿之前额描金象牙雕形龙二凤一水金珠后额如之前两柱黄绒绫锁五贴金鸾和大响铜铃石金图偷石双鱼五下珠 PG 1292七是贵一贵上金香球一金香宝一金香合一银灰盘一并黄柱丝绶带鹿之后珠七后坠一金图屈须黄柱丝削金
云龙门帘移飞柱，丝绣云龙带耳。鹿之中，黄金装角描金象牙。雕龙椅一靠背上，金图圈燕玉明珠衣。左见太长旗一时有耳。由黄罗绣日月五星生龙。右见踏戟一九游，黄罗绣云龙。中央黄罗绣青黑符文两旗，绸杠并黄罗。旗手金图偷，石龙头二，金图铜铃二，金图偷石帛黄英为十二重，金图木珠流苏十二重。龙椅上，金锦方坐一，绿可贴入一。勾栏内可贴条入四，栏柱丝条入四，黄漆金图偷石角叶踏到一，小可贴条入五重。黄漆木图金龙头行马一小，黄漆梯一，黄漆丙金图长拖叉二，短拖叉二，金图手黄漆推杆一，黄蓉引路索二，金图铜环二，黄蓉直随一。鹿马淡马皆黄色，安配秋乐音符套项并金装黄围。淡马银鹤之金柱丝替四副，黄罗霄金黄卷里龙安六盖鹿黄卷大门帕一，黄油卷帕一，架势平金大袖并黄袖柱丝为之格鹿白雉金装青绿藻井烤老轮盖外施金装雕木云龙内盘描金白檀雕符海元龙椅顶上扎以金图偷石药叶八石有一上为九者二中为九者三下为九者四顶轮一三重上二重素白绣云龙瑞草下一重无纹轮一内黄屋移黄素柱丝沥水下垂蛛丝结网一遭素白柱丝绣小带四十有八带头坠金图小铜铃三百素白柱丝绣落带二顶轮平素面加用白素柱丝盖之四周垂流苏八是以五色绒线结网无重金图铜箔五金图木珠二十有五又系金图偷石杂配八横黄冲羽泉金图偷石勾挂石有六黄蓉冠顶天星直下十字神耳盖下立珠七柱四柱下直平盘虚贵中零三十下外逛二七会隔蛮西象鹦鹉景致孔雀隔科嵌装花板柜上周遭珠七钩蓝云拱的霞叶百七十有九下垂牙护泥须板并珠七化瑞草 PG 1293勾栏上描金白檀形龙石百白蹲龙石孔雀与台酒水晶面火珠七金圈燕铜罩八余下垂蛛丝结网一遭是以金图偷石夺紫三百彩画偷石梅二嵌网眼中余之长圆三借圆勾心各三上下龙头六前圆引手百白吃头三并系以蹲龙后圆方眼头三逛头时有六系以蹲龙三圆头横移两端百白龙头二上列金图铜凤十二含以金图铜铃鱼之轴移轮二轴之缩罗二明霞蹲龙泉皆七以白其轮之符各二十有四鼓手压贴金图铜鼓叶八十有一金图偷石琴耳链攀四柜之前朱七
金装云龙鹿牌仪金图铁屈须，鹿香之四棒，雕搜隔蛮漆画田。星隔科龟纹花板，上层左画青龙，右画白虎，前画朱雀，后画玄武。鹿之前额，白檀形龙二，凤一水金珠，后额如之。前两柱素白绒绫所舞，铁金鸾和大响铜铃时，金图偷石双鱼舞。下珠七格满是贵仪，贵上金香球仪，金香宝仪，金香合一银灰盘衣，皆黄柱丝绶带。鹿之后，珠七格满后缀仪金图屈须，黄柱丝绡金云龙门帘仪，飞柱丝绣云龙带耳。鹿之中，金装角白檀雕龙椅一靠背上金图圈燕玉明珠衣，又见太长旗仪时，有二游白罗秀日月五星升龙，又见踏戟仪九游素白罗秀云龙，中央黄罗秀青黑符文两旗绸杠，并素白罗旗，手金图偷石龙头二，金图铜铃二，金图偷石帛素白鹰蕊石有二重，金图木珠流苏石有二重。龙椅上金锦方座一律可贴入。一萧金黄罗加帕一方鱼的金锦入一律可贴入一勾栏内，可贴条入五重。素白漆雕木图金龙头形马以小白漆梯以白漆柄金图长拖叉二短拖叉二金图手白漆推杆以白绒引路锁二金图铜环二黄绒直随一鹿马淡马皆白色安配秋乐音符套像皆白为金装淡马白之金柱丝替四副白罗萧金白卷里龙安六盖鹿黄卷大蒙帕一黄油卷帕一假视频金大袖皆白袖柱丝为之 PG 1294目录黑直金装青绿藻井烤老轮盖外施金装雕木云龙内盘苗金紫檀雕符海元龙椅顶上扎以金图偷石药叶八石有一上为九者二中为九者三下为九者四顶轮一三重上二重造绣云龙瑞草下一重无纹轮一内黄乌仪黄素柱丝沥水下垂蛛丝结网一遭造柱丝绣小带四十有八带头坠金图小铜铃三百造柱丝绣落带二顶轮平素面加用弹鹤柱丝盖之四周垂流苏八是以五色绒线结网五重金图铜帛五金图木珠二十五又系金图偷石杂配八横黄冲羽泉金图偷石勾挂石有六黄绒冠顶天星直下十字神二盖下立珠七柱四柱下直平盘虚贵中灵三十下外逛二七会西象鹦鹉景致孔雀隔科嵌装花板柜上周遭珠七勾栏云拱的霞叶百七十有九下垂牙护泥须板皆珠七化瑞草勾栏上金嵌冰铁形龙石敦龙石孔雀羽台九水晶面火珠七金圈燕铜罩八余下垂蛛丝结网一遭是以金图偷石夺子三百彩画偷石梅萼嵌网眼中余之长圆三戒圆勾心各三
上下龙头六前，元引手金嵌兵铁吃头三，皆密拳以敦龙。后元方眼头三，广头时有六，系以敦龙三。元头横以两端金嵌兵铁龙头二，上列金图同凤十二，含以金图同灵。鱼之轴仪轮耳，轴之梭罗耳。明霞敦龙泉，并漆以黑。轮之符各二十有四，鼓手压贴金图同。鼓叶八十有一，金图偷石琴耳链攀四。贵之前，朱漆金装云龙。鹿牌仪金图铁屈须。鹿之乡，四棒雕搜漆画甜心，隔科龟纹。花板上层左画青龙，右画白虎，前画朱雀，后画玄武。鹿之前额金嵌兵铁形龙二，凤翼水晶珠，后额如之前两柱造容。灵锁五贴金鸾和大响铜铃石，金图偷石双鱼五下珠七世贵。一贵上金镶球仪、金镶宝仪、金镶合衣、银灰盘衣，皆黄柱丝绶带。鹿之后，朱漆后缀仪、金图屈须、黄柱丝绡金云龙门。连仪飞柱丝绣云龙带耳。鹿之中，金装乌木雕龙椅仪靠背。PG1295上金图圈艳玉明珠一，左见太长旗仪时有二游造罗秀日月五星升龙，右见踏戟仪九游造罗秀云龙，中央黄罗秀青黑符文两旗绸杠，并造罗旗手金图偷石脖子阴蕊时有二重。金图流苏时有二重龙椅上，金锦方座一律可贴入仪。萧金黄霸加帕一方鱼的金锦入一律可贴入一。勾栏内可贴条入四，蓝柱丝条入四，黑漆金图偷石脚叶踏到一，小可贴条入五重。黑漆雕木图金龙头形马一小黑漆梯一黑漆丙金图长拖叉二短拖叉二金图手黑漆推杆一造容引路锁二金图铜环二黄绒直随一鹿马淡马并黑色安配秋乐音符套像皆以浅黑为金装。但马子之金柱丝替四副紫罗绡金子卷里龙安六盖鹿黄卷大蒙帕仪黄油卷帕衣架势平金大袖皆紫袖柱丝为之腰鱼置以香木后背坐山字牙嵌七宝装云龙屏风上诗金圈艳明珠两棒引手屏风下施雕镂云龙床座前有踏床可贴锦入衣座上雕鼠圆金锦条入绿可贴方座象轿驾以象凡寻性则遇之 PG1296 至第二十九鱼符耳仪仗造道国语独如突见因于素七干凡行性则先驱见道加以马骨居则至道于月华门西之于是降灰金图干上师圆盘珠丝符三层紫罗带掏之金结至如灰八层掏以黄罗云龙带引导节金图龙头朱漆杆玄武色符上师铜箔朱雀状
至如结而五层，绦以红绣朱雀带。青龙状，至如前，绦以碧绣青龙带。白虎状，至如前，绦以素绣白虎带。玄武状，至如前，绦以皂绣玄武带。皓朔，至如节，顶刻皓牛首，有带上加碧游。绛影幡，四角朱绿盖，每角垂罗纹杂佩，系于金铜钩杆。杆以朱饰，玄五色兼晕罗，下有横木板，作碾玉纹。告纸幡，非薄错彩为告纸字，呈以双凤，立帐者红罗绡巾。深龙，鱼如绛影。传教幡，至如告纸幡，错彩为传教字，呈以双白虎，立帐者白罗绛云龙。信幡，至如传教幡，错彩为信字，呈以双龙，立帐者惠妃。PG 1297。凤黄辉幡，至如信幡，错彩为黄辉转。龙头杆绣场，杆如脊，无钩，下有小横木，刻龙头，垂珠。绿盖，每角坠珠配一带，带末有金铜铃。为子，至以金图攒竹杖，手贯铜钱，而以紫绢帽之。覆杆，至以木珠漆之。火轮杆，至以白铁，为小车轮，见于白铁杆首。轮及杆阶，金图之，上书西天咒语，帝师所制。常行为亲卫中道，正行在。批政府之前，以法佛位，以驱邪辟，以震轰雷烟。盖辟恶车之一也。豹尾杆，至如脊，系豹尾，朱漆杆。宝鱼方案，非罗绡巾云龙案衣，非罗绡巾蒙衬覆，案傍有金图铁居四，龙头杆结兽二副之。香灯朱漆案，黄罗绡巾云龙案衣，上设金图香炉移烛台。二案旁金图铁居四，龙头杆结兽二副之。香案朱漆案，非罗绡巾云龙案衣，上设金香炉，合各一。于同香灯殿庭陈设，则除龙头杆结兽。照案，至如香案。侧案，至如前。宝案，至如前。表案，至如香案。上加矮蓝金图铁居四，杆二副之，非罗绡巾蒙覆。礼物案，至如表案。交椅，银饰之，涂以黄金。物子，四角小床，银饰之，涂以黄金。明边，绿柄，边以玫红丝为之，稍用黄绒而自以蜡。边筒，至以紫狮表，白绢里，皮圆两抹。PG 1298。蒙安，青锦绿，非锦覆。水瓶，至如汤瓶，有盖，有提，有姿，银为之，涂以黄金。露炉，至如一字，两头卷，涂金装细，蛛丝绳缚之。水盆，黄金涂银装细为之。镜金，非罗绡巾云龙，有礼。香球，置以银，为座上插莲花炉，炉上照以圆球，漏氤氲。旋转纹于上，黄金涂之。香盒，置以银，近七寸，涂黄金细云龙于上。金符，红牦牛尾为之，黄金涂龙头柄。拓壶，置以银，宽圆，虚腹，有盖，黄金涂之。拓鱼，置以银，形圆如否，有盖，黄金涂之。外半牌，置以象牙，书国字，背书汉字，
田已经。外背牌至如前，中沿牌至如前，石牌至同外背而小。板位至乙木，长一尺二寸，阔一尺，厚六分，白修黑字。大伞赤直正方，四角铜螭首，涂以黄金紫罗表飞卷里。诸伞盖宋以前皆平顶，今加金浮图。紫方伞至如大伞而表以紫罗，红方伞至如大伞而表以飞罗，华盖至如伞而圆顶隆起，赤直绣杂花云龙，上施金浮图。曲盖至如华盖，飞利水，绣瑞草，曲柄，上施金浮图。岛盖至如曲盖，飞罗利水，绣龙，朱漆直柄。诸伞至如岛盖而无纹，黄伞至如诸伞而色黄。宝盖金图龙头杆，悬以璎珞，镶金圆裙，六角宝盖。孔雀盖朱漆，干手见小盖，盖顶以孔雀毛，近尺许下。PG 1299。垂孔雀尾，檐下以青黄红丽水为之，上施金浮图，盖居干三支。一干图以黄金，书西天咒语，与火轮干一同。珠团扇，飞罗绣盘龙，珠漆柄，金铜饰，岛架团扇，促金显。大至扇，至稍长，下方而上坠，飞罗绣象至尾，中有双孔雀，兼以杂花，下施珠漆横木连柄，金铜装。中至扇，至如大至扇而减小，小至扇，至如中至扇而减小。青丽水扇，至圆而青色，四周丽水以青卷。珠藤结网，二螭首，衔红丝服，中有兽面，珠漆柄，金铜装。眼至形如扇，珠藤网，中有兽面，珠漆柄，金铜装。其扇翼即作也，其翼至十字木鱼下，上四只交拱，至翘于其上以竖其扇翼，至如之形小，六木拱于上而至，作金于其翼，并漆以珠。风伯旗青直，赤火焰角，化神人，犬首，诸发鬼形，抱汉库库，诸库赴风囊，立云气中。与师旗青直，赤火焰角，化神人，官武良官，朱衣黄袍，黑蓝黄带，白裤，皂系，右手仗剑，左手捧钟。雷公旗青直，赤火焰角，化神人，犬首，鬼形，白雍相。朱独鼻，黄带，右手持斧，左手持凿，运连骨于火中。电母旗青直，赤火焰角，化神人为女子形，薰衣，朱长白裤，两手运光。金星旗素质，赤火焰角，化神人，官武良官，素衣皂蓝，朱长丙归。水星旗黑直，赤火焰角，化神人，官武良官，皂衣皂蓝，绿长丙归。 PG 1300。木星旗青直，赤火焰角，化神人，官武良官，青衣皂蓝，朱长丙归。火星旗赤直，青火焰角，化神人，官武良官，朱衣皂蓝，绿长丙归。土星旗黄直，赤火焰角，化神人，官武良官，黄衣皂
蓝、绿、长、丙龟。射提旗，赤直，赤火焰角，化神人，观武梁官，素中丹。黄衣，朱臂膝，绿长，仗剑。北斗旗，黑直，赤火焰角，化七星。角素旗，青直，赤火焰角，化神人为女子形，露发，朱袍。黑蓝，立云气中，持联合，外仗角，抗以下七旗，并青直，青火焰角。角素会二星，下会交。抗素旗，青直，赤火焰角，化神人，观武梁官，素衣，朱袍，皂蓝，皂带，黄长，持黑等子。外仗会四星，下会龙。低素旗，青直，赤火焰角，化神人，观小官，衣金甲，朱衣，绿包肚，朱庸相，白裤，左手仗剑，成一鳖。外仗会四星，下会合。防素旗，青直，赤火焰角，化神人，乌金，白中丹，碧袍。黑蓝，朱臂膝，黄带，黄裙，朱系，左手仗剑。外仗会四星，下会兔。星素旗，青直，赤火焰角，化神人，观武梁官，朱袍，皂蓝，右手持杖。外仗会三星，下会狐。尾素旗，青直，赤火焰角，化神人，观树发官，素衣，黄袍，朱长，青带，右手仗剑，左手持弓。外仗会九星，下会虎。鸡素旗，青直，赤火焰角，化神人，乌金，衣浅朱袍，皂蓝，仗剑，乘白马于火中。外仗会四星，下会豹。斗素旗，青直，赤火焰角，化神人，背发，素腰裙，朱带。PG 1301。左手持杖，外仗斗牛以下七旗，并黑直，黑火焰角。斗素会六星，下会血。牛素旗，青直，赤火焰角，化神人，牛首，皂蓝，黄长，皂细。外仗会六星，下会牛。女素旗，青直，赤火焰角，化神人，乌牛首，衣朱服，皂蓝，黄带，乌靴，左手持镰。外仗会四星，下会戏。虚素旗，青直，赤火焰角，化神人，背发裸形，坐于瓮中，右手持一株。外仗会二星，下会鼠。为素旗，青直，赤火焰角，化神人，虎首，金甲，衣朱服。皮皮汗胯，青带，乌靴。外仗上会三星，下会焰。是素旗，青直，赤火焰角，化神人，压发，朱服，沉舟水中。外仗会二星，下会朱。碧素旗，青直，赤火焰角，会神人为女子形，背发，朱服。皂蓝，绿带，白长，乌系。外仗会二星，下会犬鱼。葵素旗，青直，赤火焰角，化神人，狼首，朱服，金甲。绿包肚，白汗胯，黄带，乌靴，仗剑。外仗葵，楼以下七旗，并素雉，素火焰角。葵素会十六星，下会狼。楼素旗，青直，赤火焰角，会神人，乌金，素衣，皂袍。朱臂膝，黄带，绿长，乌系，左手持乌牛角，
右手持剑，外丈会三星，下会狗，为素旗青直，赤火焰角，会神人背发，裸形披豹皮，白腰裙，黄带，右手持剑，外丈会三星，下会雉，卯素旗青直，赤火焰角，会神人黄牛首，朱服，皂蓝，黄长，朱细，左手持如意，外丈会七星，下会鸡，碧素旗青直，赤火焰角，会神人坐鬼行，朱坤，持黑杖，乘赤马，行于火中，外丈上会八星，下会乌，姿素旗青直，赤火焰角，会神人官资不官，诸福造。 PG 1302。 蓝绿长持一连，坐于云气中，外丈会三星，下会猴，参素旗青直，赤火焰角，会神人背发，衣黄袍，绿长珠带，珠系，左手持珠，外丈上会实心，下会圆，锦素旗青直，赤火焰角，会神人乌金素衣，珠袍皂蓝，坐于云气中，左手持莲，外丈锦鬼以下七旗，并赤直，赤火焰角，锦素会八星，下会暗，鬼素旗青直，赤火焰角，会神人坐女子行，背发素衣，珠袍黄带，黄长乌细，右手持杖，外杖会无星，下会阳，柳素旗青直，赤火焰角，会神人坐女子行，漏髻朱衣，黑蓝黄长皂细，辅翼青龙，外丈会八星，下会章，星袖旗青直，赤火焰角，会神人官武良官，浅珠袍皂蓝青带，黄长乌细，持黄琛，外丈会七星，下会马，张素旗青直，赤火焰角，会神人衣豹皮，珠带，素靴，右手仗剑，坐于云气中，外丈会六星，下会鹿，易素旗青直，赤火焰角，会神人官道官，皂袍黄长，朱碧溪仗剑，履火于云气中，外丈会二十二星，下会蛇，枕素旗青直，赤火焰角，会神人官道官，衣珠袍黄带，黄长左手持书，外丈会四星，下会影，日旗青直，赤火焰角，会日于上，凤以云气，月旗青直，赤火焰角，会月于上，凤以云气，祥旗青直，赤火焰角，